你第一个，好。报告宴会，现在对行政院院长之施政报告继续进行质询。在进行质询之前，先请您秘书长报告各部会首长请假情形。报告宴会，行政院来函，外交部李部长大伟本日下午因公请假。 由侯次长亲善代表列席。大陆委员会张主任委员小叶本日下午4时起因公请假，由林副主任委员郑毅代表列席。报告完毕。现在请林委员回州执行，巡答时间为30分钟。 主席。 以及行政院各位官员哦，各位媒体朋友，大家早安。主席是不是先邀请林院长？请林院长。林委好。院长好。首先我先请教一下这个。 今天的报纸哦，我们也看到关于这个赵峰案哦，是的，有6位前后任的官员哈、哦，主要是经管会的主委、副主委以及财政部长哈、哦，前后任的财政部长被监察院调查，是由我们的小组送监察院调查的吗？ 请问院长，这个部分我昨天有那个我们的副院长也跟我说明了，就是他们有一个行这个行政的督导小组，那督导小组主要是针对这个这次赵峰案的有关的行政部门的监督的部分啊，去厘清他们的责任。那么部分目前是并还没有结论，是他们希望就来检视的话呢，是希望把这个任期这些所有的首长啊，他们的作为到底有责任还没有责任需要去加以厘清，所以他也列出这段时间的所有的首长啊，大概是这样子啊。 那么结论还没有出来。OK，但是已经启动调查了，是不是？就是说他们是希望就这个部分能够在近期之内，就这个就他们的这个过去的这个任期之内啊，到底有没有责任，还有责任没有责任这个部分加以厘清，然后对外说明。那如果当然如果说是需要再进一步厘清的话，也许会送到监察院去啊。那昨天我们也看到这个丁克华主委已经辞职获准了哈，准辞了哈。 那现在这个6位里面呢、哦，当然其中还有一位就是现任的这个财政部长哦，徐部长哦。那财政部长在这个里面，他也要扮演这个调查的这个过程啊、哦，然后也要协助调查。那他自己本身又被送监察院调查，那接下来他要怎么去？ 去掌管他的业务啊，这个怎么办？这个部分我的了解啊，是这样子，就是督导小组他当然他是要把所有任期之内的这个部分首长都会拿来检视，那当然就是许部长在之内啊。不过许部长因为他在过去并没有参与金融方面的这个工作，在财政部在520之前啊，那520之后赵峰的董监事也的任命都是520之前就任命，也不是他任命的。 所以我想这个部分应该是他的关系跟其他人关系，当然是比较不一样了。但这个部分我们当然尊重最后调查小组的这个督导小组最后的决定了。所以这个你刚刚讲的哦，就是说帮那个许部长哦再解释了一下了哦，那但是让我更疑惑了哦，就是说好像在自己打自己，就是说你不认为说许部长哦。 也要负担太大的责任，因为督导小组是行政院有请外面的人一起成立的嘛，那这督导小组他们的意见基本上说我并不去干预啊，那我们就看他的结论啊。会不会再准时啊？什么准时？<笑>我是说会不会有第二位财经官员向你辞职？会不会？ 这个部分目前，当然我想每一个政务官他的去留，他都有自己的考量了啊。是。但至少在我个人来看啊，我倒并不认为他们有任何需要去辞职的原因了。好，谢谢。好，那。
两位可以先请回哈、哦啊，我继续，这个今天的质询哈、哦。那今天我主要质询哈、哦，是要来关于我们地方上哈、哦，我们在新竹县竹北市啊、有一个生物医学园区，关于这件事情哈、哦，这个整个园区的始末到现在的状况哈、哦，我要跟院长以及相关的这个。部会哈、哦，来了解哈、哦，那个跟卫福部会有关了、啊、哈、哦，然后跟我们的教育部也有关哈、哦，还有科技部也有关哈、哦，是不是也请科技部、卫福部、哈、哦、教育部一起？好，生物医学园区竹北生医园区了哈、哦，它在新竹县竹北市高铁站门口这一块地呢，总共有38.1公顷，好，那它开发呢是从2003年行政院就开始核定，好，然后呢，它花了8年的时间，你看2003年核定，到2011年才第一栋的这个生技大楼启用了哈，那它这个生技大楼目前来讲哈，它是已经盖好2栋。其中一栋就是这一栋的生技大楼，生技大楼里面大概有一些标准厂房，好，然后招租啊，招商，那也已经招满了哈。但是呢，我要讲的就是说，2003年到2011年哦，花了8年的时间盖了第一栋房子，在最精华的地方哈，在它是我看过的所有园区哈，区位最好的，因为就在。高铁站的门口、哦、所有的园区里面区位最好，花了8年的时间才盖了一栋大楼，只用了大概1公顷多的地方、哦、那招商的现况呢，42家的厂商，那15家的育成中心、哦、育成的厂商，这42家呢，就是主要是也有租土地的，也有租标准厂房的。我比较一下哈，同样的，在我们新竹县竹北地区，有一个地方叫做私人的啊、台原科技园区，它原来是台原纺织厂的土地，后来就转型了。他们也在差不多的时间，它大概是在2001年左右哈，申请智慧园区。啊的这样子的方式来开发，同样大概差不多的时间来开发了哈，然后他们的面积也几乎差不多，同样的时间，差不多的面积，一个是私人开发，一个是我们国家来开发的生物医学园区，所花费的经费，私人大概花了150亿，它主要是盖厂办厂房。也是招租、招商了哈，然后我们国家呢，这个园区呢，其实它不算太大，38.1公顷，其实不算太大的一个园区了，也花了135亿，所以差不多的面积、差不多的时程，也投注了差不多的这个开发资金，它的结果呢，十几年之后的结果是这样子的。生物医学园区招商的是42家厂商，15家育成厂商。台原科技园区呢，进驻了250家的厂商，这里面包括应该有接近50家的上市柜的厂商。我是说台原科技园区了哈。下一页，这个土地大概现在目前竹北生医园区啊，它这个使用的状况哈。土地呢，已经使用的30%，65%左右，所以还有30%还没出租出去，所以它土地其实已经大部分出租出去了啊。生技大楼它有两种方式嘛，一种是直接出租土地，让厂商自己盖厂房；一种是盖标准厂房，招租他来租用他的这个办公室。
啊，这个厂办，好、哦，这样子的两种方式来招商了哈。盖、哦、了两栋的生技大楼，大概都出租出去了，标准厂房大概都出租出去了。但是土地出租出去土地的部分呢，都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任何一家的厂商盖好，有两家好像已经申请好建造，准备要盖了、哦、大概是这样的状况哈。我们看它的 出租土地跟出租标准厂房的这个价格了、哦、它一般的年限大概是20年，那土地的出租租金呢，把它算出来等于一坪是251元了、哦、一坪一个月，这个比在外面、哦、就在它的区段外面，如果是私人的土地的话、哦、大概是一半的价格，就租土地的部分大概是一半的价格在园区内就租得到。如果以标准厂房来看、哦、这个大概360-370块一坪一个月，这样子的租金水准呢，如果跟外面的标准厂房，比如说我刚刚讲的台园科技园区的标准厂房，他们出租的价格呢，大概是我们这边只有它的1/3。好、哦，台园科技园区大概是900多块到1000块一坪啊，一个月。好、哦，那这边呢，我们租的这个标准厂房啊、哦，大概是370-380块。所以现在有一个现在状况就是，租下来的标准厂房就有进驻一部分的人呐、啊，哈、哦。开始有工作哈，进去开始工作，但是租土地的那一部分哦，迟迟我们都看到没有人在动工啊。那原因很便宜啦，主要你看它这个非常便宜的价格，而且区位是最好的区位，在高铁正门口，比台园科技园区啊那个区位好非常多。租了以后不用。他也不盖，也不没有带来产值，也没有工作带来工作机会，一放10几年。相关的规定啊，如果他租了这么便宜的土地，然后不按照他的投资计划去做，我们能做什么？政府管理单位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只能道德劝说了、啊。哦，没有任何强制手段。所以38.1公顷、啊、目前、啊、有建物的大概2公顷多，就是2栋楼房，其他的地方都是空空的，荒烟蔓草就在那里。其实我们投注了100多亿，130几亿在里面，跟台园科技比起来，同样的，我再强调一次、啊、同样的开发时程，同样的面积，投注的金额也差不多。你知道下一页、哦、这个我们先讲一下这个这一部分、哦、现在已经登记已经申请进驻这个园区里面的厂商大概是这样，这一部分是自建厂房的部分、哦、我们来看一下，其中只有基亚跟润亚有营运，他所谓营运中不是盖好，而是说他有动作，有请建造啦、啊，好、哦，还没盖好，好像准备要开始盖，营运中是这个意思哦，不是说已经盖好在营运哦。其他的呢，有的从104年，有的从105年，承租到现在，你看都超过10年了，毫无动静，地租是这么便宜，他就把它放着。所以结果让我们这一块投注130几亿的这个园区啊，空空如也。如果说很多人讲说蚊子馆，这个叫蚊子园区啊，是不是都是蚊子嘛，长蚊子啊，没有人在那边工作，也没有产值，政府就投注了130几亿。那对地方来讲哈，每都是笑话了，每天经过高铁的人那么多，大家都会指着那一块38.1公顷。的生国家重大建设，行政院核定的，然后说、欸、没有产值，也没有工作人口，然后就国家就丢了130几亿在里面。目前的使用状况大概是这样了，没有一家、哦、
盖好厂房再营运，花了十几年呢。我们这个十几年来就是如此的结果。下一页。那这个我们看到明年的预算的部分，第二生技大楼1.7亿，这一部分我们有看到预算书里面有编列了，准备盖第二栋标准厂房，这个我们支持啊。但是标准厂房哦，所使用的土地面积也是非常小，不到1公顷，所以空地还是一大片啊。那业务推广费用呢，可能需要招商啊，需要 promote 啊，需要如何去引进厂商呢？编列了2500万，但是这个业务推广费用啊，是在这个科学园区向下的哈，竹科向下的哦，包括它要用在竹科、龙潭科、宜兰科、罗东科、红罗科、深一园区共用2500万。是微乎其微啦，所以我们也很难期望说新的一年新的政府上来了，这个深一园区到底会不会脱胎换骨，很难令人期望了。下一页，我来比较一下那个产值啊。深一园区较好的区位，同样的土地面积，开发时程也跟台园科技园区差不多，花了十几年的时间。台园科技园区现在的产值是多少？3000亿。新竹生物医学园区的产值是多少？9600万。差了多少？差了2999亿啊！就差别就是这样，同样的面积，同样的开发时程，花100多亿，它也是花100多亿。民间的作为是这样子，我们国家的作为是这样子，看了实在是令人汗颜了。老实讲，那我没有在指责各位，我要提醒的是说，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我们再来我们能做什么？我们要找出原因，为什么我们的区位那么好，面积这么大，我们也投资了这么多，跟民间一样投资这么多，为什么成果会变成这样子？原因到底是什么？我们要找出原因，我们才能解决问题嘛。好，我现在先请教科技部，这个应该是主要是科技部主管的哈，竹科现在在管理这一块土地、园区以及招商。请问科技部，你的看法是怎样？到底什么原因啊？到底是什么原因？林委员长，那个竹科，因为刚才林委员讲十几年前就开始这个核定开发，那2003年开始到现在，那个时候其实那个有一下子是台大，一下子是这个不同的单位想要开发，其实真正竹科借过来的时候是这个是5-6年来真正才竹科才真正进驻开发了哈。那目前的招商情形是刚才那个林委员讲了。那目前的情形哈，因为台大已经答应要去盖这个医学园区以后啊，那个气势是不太一样了。台大医院就是深一台大医院，是不是？对对对，你讲的是这个。所以目前我们所感受到的气氛是跟以前完全不一样，所以最近这一两年，我们相信会有非常多的厂商要申请进驻，尤其是那个第二，刚才那个委员讲的第二个，我们生技大楼盖完以后。另外，厂商进驻的情形会比以前好很多。那至于有一些这个土地已经租出去，但是没有开那个厂商没有营运开发的哈，我们现在也正在检讨这个办法，是不是有一个更积极的办法？比如说，有几年之内要退场机制，要不要订退场机制？对对对，就是类似了。他都已经不开发了。定一个办法，就是说。大概他在几年内要是那个计划书要进来，开发计划书要进来，要是给他几年，要是没有的话，我们可能就会有一些类似退场机制这个情形，所以我们会更积极的处理了。所有的园区都是会用这个办法来处理。所以我刚刚问你的就是说，为什么会有这种结果哈？原因到底是什么？同样花这么多的金额投注进去，结果是差那么多，那你？刚刚回答我的问题，大概讲到说，
计划原来那个生医的台大医院里面有设了一个医学中心级的台大医院，政策一直不定，是不是？你好像有提到这个。对，这个我想这个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啦。我们常常讲说哈，这个错误的政策哈，比什么还可怕，对不对？但是哦，有时候哈，政策不定哦，比错误的政策还可怕，一直更改，改来改去，就一直 delay。你如果说我们马上看到它的错误，我们就把它改掉。现在这个不是啊，它就改来改去，就是它的计划一直在更改啊，结果一拖就十几年。到底现在政策已经定了没有？那我们也请卫福部来给我们说明一下，因为主要有一个医院在那里哦。那现在这个医院的状况是怎么样？那这个整个计划，行政在今年9月5号已经核定这个园区的计划，所以我们在9月21号已经核发这个新竹生医园区分院的这个许可，所以已经可马上就可以动工。今天我会邀请几位上台来谈这个其实不算大的一个园区，38.1公顷，在所有园区里面是算是非常小的哈。我们也可以看出它这个它的结构有多么的不合理。卫福部也管，科技部也管，然后还有教育部也要管，所以三个单位啊，在管这个小小的园区。重要不重要？好像很重要啊！三个单位、三个部会啊，在管这个园区。我看哦，问题就出在这里啊，多头马车，到底要听谁的？所以我想哦，我跟院长哦，具体的建议啊，一定要整合起来。哦，由院级的哦，政务委员或指派特定的政务委员、院部会之间做好沟通协调，请院长说明。跟林委员特别说明一下，就是您刚刚讲的部分，确实目前是由吴政委员他在这个协调这个事情啊，因为他涉及到好几个部会，那么也就是因为有这些协调，所以我们现在这个比较能够做一些明确的决定，让这速度能够加快啊。好，下一张。我们就来看看刚刚我们那个林部长所讲的哦，关于台大新竹生医分院，就是在这个生医里面，生医园区里面，其实有一个台大医学中心级的医院要设。我去访谈了很多业界，我也请教他们说，为什么我们这个园区区位这么好？那我们的招商成果怎么会是这样子？我有得到一个回应啦，好啊，这个我也不知道它是不是真正的答案，但是跟大家就教了。很多人就讲说，推动这个生物医学科技啊，是比推动 ICIT 产业哦需要更长的时间，这是第一点。这个我认同啊，哈，制药啊各方面啊不是那么容易的，要需要多一点时间。只是说那个时间实在长得太长了，已经十几年了，都还看不出成果。好，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他说在生医科技的推动里面啊，在这个园区里面一定要有一个火车头。所谓火车头呢，他们的意思就是说要有一个医学中心级的一个医院在那里，包括他的研究中心也在里面，将来才有办法跟这些产业做结合，比如说临床实验各种方面的这个人才的交流培育，有这样子火车头带动，才有办法把这个所谓的生医园区的产业带动起来了。这个是我去访谈之后大家给我的一个啊一个说法，那我也某种程度相信这是一个因素之一，所以我们就来看看，现在这个火车头就是所谓的生医台大医院，目前的状况已经公告了，啊，这个卫福部
教育部都知道，哦，科技部当然也知道了，哦，已经在公告准备十月份要开始第一次的这个招标了，哦，那我们很欣慰，已经最少是有已经有时程出来，有进度出来了。不过硬体建设已经框列好了，分作两期，第一期23亿，第二期，啊，另外还有第二期的这个预算。现在招标的是第一期23亿的硬体建设的这个预算。不过现在他碰到一个问题啦，碰到人员的问题啊，哦，这个生医分院将来需要553位医事人员的员额啦，哦，那目前第一期是需要331人，但是呢，现在人事总处也没有办法同意这么多人，所以只能大概哈，哦，给100多人，197人左右了哈，哦，是不是？我们也请人事总处来给我们说明这一部分。我现在哈，哦，也担心一个问题，我刚刚讲说这个错误的政策啊，有时候比贪污 还可怕、啊，因为会浪费公帑嘛。那我说哈，哦，另外我们要思考，就是说，如果你的政策不定，有时候比错误的政策更可怕，因为它一直继续在花钱。错误的政策我们会把它停掉，重来，但是呢，一直变动的政策，搞不定的政策，犹豫不决的政策啊，就一直这个计划就会一直在，但是只是它没有效率，而是一直更改。我们现在是不是又看到同样的问题？不要再重蹈覆辙。今天我们找出原因，说这个生物医学园区花了十几年，花了135亿，最好的区位给他，没有办法招商。我们找出原因，说没有一个火车头，需要一个医学中心级的医院来带动整个生物医学园、生物产业、生医产业的进步。结果我们要给他的硬体，给他的人员不给他。我跟你讲，这个是再一次会发生，就是政策摇摆的错误。我跟委员报告啊，会有这种情形啊？我想不会有这种情形，跟委员报告，那天也跟委员报告过。我想，所有的盖医院都是要分期的，然后我们会先第一期呢，先核准了大概快200个人，那后面不足的部分呢，我想会根据那个工作时程的进度呢，我想我们会来做一个通盘的一个检讨跟这个必要人力的一个指引。我们刚刚讲了哈，十几年来这个园区呢，开发的成效非常的不好，难令人满意。你可以说它是一个蚊子园区啊。我们现在也很担心啊，盖好一个所谓要带动整个产业发展的医学中心级的医院，你给它硬体不给它人员，到时候是不是另外一个蚊子医院？就是它没有办法发挥它的功能，我们当初预期它发挥功能的这样的状况，会不会有这种状况？我希望院长你要思考这个问题，好好的整合我们部会之间，让它不要发生因为政策的摇摆，好，做一半，然后耽搁了整个这个地方的期盼，可以为地方、为我们国家带来产值，现在经济实在是不好啊，可以带来产值，可以带来就业机会的这样子的好机会，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彻底贯彻，我很难期待，即使盖了这个医院，起家里里落啦，无法度吼讲要咱的目标啊，希望伊来做的这个带动的这个目标吼达不到，那做了也得等于白做，会再像以前一样，以前有在做啊，135亿来慢慢这边做，他说啊，这个这样不行，太那个啊，我们就改一下，结果十几年来就蹉跎掉了。我跟各位报告啊，同样这一块面积跟台元科技比，台元科技园区已经创造3000亿的产值，而且带来17000人就业机会，而且是高品质的就业机会。你知道生物医学园区、竹北生医园区
同样花了十几年，现在的就业人口多少？知道吗？卫福部，科技部，现在他们我们花了十几年，花了130几亿，最好的区位给他们招商，就业人口现在多少？抱歉，我这边没有数据，应该我告诉你，900人，1000左右，产值1亿，我们花了135亿。用了最好的区位38.1公顷，产值1亿，就业人口900人，这里面还包括行政人员啊，因为它里面有行政大楼啊，包括管理的行政人员。我们不要再让未来哈这个任期啊，我的任期也是4年，院长你的任期也是4年，希望是4年哈，我们。在这个任期内，我们来把 这件事情好好的做，不要再辜负地方。据段真说给国家这样开发这样的一个园区啊，不要辜负地方啊，不要辜负政府的预算啊，130几亿已经投下去，一起来努力，好不好？好的，好，谢谢。我想我们一定会来努力啊。您刚刚指教很多地方，确实是过去所造成的问题，我们。好，谢谢林委员，谢谢林院长。下一位，我们请高委员志鹏质询，询答时间为30分钟。院长，是不是有请林院长？林院长，高委好。院长是。院长，你要站一整天了，所以如果讲比较长，或者是有其他部会所长，我在问他的时候，你可以请坐一下啊。院长，你知道蔡英文总统当然很重视体育，去年在出席。这个蔡英文全国体育高峰会的时候，也公布了体育政见啊，那包括了体育行政优化、鼓励企业投资、国际赛事接轨、体育向下扎根、选手职涯照顾这些种种的一些政见啊。那很多体育界的朋友也期待新政府上任以后其实可以耳目一新啊。可是我们现在比较惊讶看到的是哈，在奥运的前后哈，可能爆发了很多单项协会的这些问题哈，包括在4月的时候，足协有积欠旅外球员一个明星球员的机票费用，包括网协这个奥运教练资格选拔的争议，还有羽协有不当惩处罚款选手，跟棒协。在台湾的比赛禁止球迷携带加油标志啊，这些问题啊，这个大家都知道啊。那现在更严重的是，目前看到的是，因为明年的经典赛的总教练人选啊的争执衍生出来的最严重的问题是，昨天各大报的头版啊说拉明狗熊原队巨打这个明年。棒球最重要的经典赛哈，那还有让我们担心的是，在2009年，其实也发生过一次巨赛，那时候的拉六雄啊是抵制，搞到总教练说他只有1.5队的选手可以选哈。那职棒当然这几年有重新复苏啊，也吸引很多球员啊球迷。好，那除了里外的球员以外，绝大多数的中华队一定是要从这4支球队里面来挑选，所以我们也比较担心的是，如果这个僵持没办法解决，根本没办法组成一个最强的中华队。如果不团结，团结选出一个最强的中华队，都不一定可以在这一次。的这个赛程，因为已经选出来了，已经抽签出来了哈，我们要跟
南韩、以色列、荷兰三个都是强队啊，四队要挑，只能一队来入围啊。那团结都不一定打得好，不团结一定打不好，何况有这样的英健委员啊。所以我要请教院长的是，怎么会这样的屋漏偏逢连夜雨啊？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好，那我知道这个是启动三尺非一日之寒的啊，是都是协会的错呢，还是都是体育部门的错呢？啊，大概都不是一句话可以归类。那到底要怎么样解决的问题？好，如果可以，比如先从这个能不能组成最强的国家队，能不能说服拉明狗桃园队不要拒赛？好，可以组成最强的国家队，这个院长不知道有什么看法？这个您刚刚问的应该是有两个部分啊。第一个就是就那个整个的我们的这个运动界、体育界的这些协会啊，那么目前的一些问题，其实我们有一个会诊的说明和政策，那么无非是希望能够把更多的专业能够引进，同时让这个参与更透明、更开放，不要被少数人啊所影响。那当然这个因为它都是协会，都是民间团体为主啊，所以我们不能够直接的去改变他的人事或是这个指挥他，但是我们希望用政策引导的方法，同时呢也希望用一些就是舆论的力量啊，能够让他能够去做一些这个快速的改变。那么至于您刚刚提到那个就是有关经典赛的问题啊，因为它是个个案问题啊，我并没有去处理，是不是让教育部潘部长来做个说明好吗？哎，部长。谢谢高委员，我想跟委员这边来做个报告，也是两部分，一个是目前各界啊对整个台湾体育运动发展，尤其是关系到选手参与国际竞赛啊，那这样的一个机制里面啊，关系到的就是我们各单项协会的这些组成，那这部分目前已经展开，朝这个各个单项协会的组织的开放、营运的专业还有财务的透明跟绩效的考核，那特别是应该要回归到自己运动选手为核心的这样的一个机制的思考。那后续也会在年底前啊，那么针对国民体育法跟全国性的体育团体辅导跟考核办法来紧刻的做这方面的一个修正，那到时候送到我们大会来，也再请委员这边来多予支持。那另外一个是针对明年棒球的这个经典比赛，这个国人也非常的关注。那这个其实在这几个月来体育署跟中华棒协以及中职联盟啊有积极展开几次的这样的协调会议，那当然比较遗憾的是没有形成这样的共识，那在这个月底上个月底啊，那特别也针对到底为什么没办法形成共识，是他们内乱吗？是你知道现在棒协理事长是廖正景理事长，慈盟的会长是吴志扬会长，两个以前都是国民党，廖委员是前委员，然后吴委员是现任的委员，那是他们两个内乱吗？是两个不能瞧好吗？是我想变得连体育署也瞧不好，应该瞧很久了、啊。我想针对理事长会长个别的这个部分比较不是深入，你们有什么问题啊？棒协跟两个感情不好，这个在几次的协调会里面都比较希望能够去从主训选手的选训啊到比赛哈，能够有一个一条龙，所谓一条龙的构想，但这两个协会的构想啊并不是那么的一致性了。那最后体育署啊本于权责也决定啊从总教练的人选的一个确定之后去组成教练团啊来组这个未来的整个中华队哈，所以目前的构思啊应该算是做一个确定。那当然刚才委员关心的目前我们希望四个球团也能够来支持这个球员啊来参与哈，来代表台湾啊参加明年的这个经典比赛。那目前我想在几个球团的沟通上面体育署这边也积极的在处理哈，那教练团已经形成了，那如果大的名单啊50人这个出来之后，问题是你可能就少了很多位好手嘛，你看2009年的时候，蓝六雄跟新龙牛聚赛，所以那时候包括陈金峰、林志胜这些明星球员就没有打了，结果是输给南海，连中国都输掉，
预赛都没有进去，啊，这个阴间不远，所以我们开始担心了。那过了八年以后，这个经典赛，现在南明哥说，啊，巨打，啊，然后啊，这个义大犀牛说还没决定，啊，那你马上看到就包括林鸿玉啦、王伯龙这几个好手就不会打了，而且你要想，你不能想说，就只是单纯用什么啊爱国啦，什么。啊，这个要以中华队为荣，就一定要参加。他是职业选手，除了因为在替代代训的这几个还归你们管，其他他人家跟球团是有签约的，球团叫他不能去他就不能去的。所以你看这两天问这些球员，他就说尊重球团。所以如果球团不点头，你不能用什么爱国的大帽子去压他，你再怎么你也不可能用什么其他的方式，他就是职业球员。是我跟委员报告，因为从确定后，由郭泰源总教练来担任明年的整个中华棒球队的总教练之后，那其实教练团已经组合了，那这个组合后，我想名单出来后，我们会来跟球团再来积极的沟通。你讲说他们真的是一条，这个我知道啊，大家报纸也都有写，但是这个真的不能讲吗？不能讲吗？到底里面有没有什么内幕啊？就是这个廖委员跟吴委员是不是什么？是国民党自己内乱呢？还是有私人恩怨呢？还是篮协跟职棒联盟的积怨已久呢？到底就您知道是怎么样的？就大家会觉得奇怪，说怎么会这个又不是说当了总教练可以有多高的薪水，或者当了或者是说他负责这个比赛可以得到什么利益？怎么会搞了这么久，最后还是这样的破局啊？这个请教一下部长说，到底知不知道内幕是什么？我们很好奇啊。哎，没有，我跟委员报告，我想私人的这些状况啊，这个我想比较没有办法那么深入，也没办法跟委员明确的说明。那确实这一次在协调的过程当中，对于选拔跟主训的这部分啊，确实有不是那么好的共识啦。那当然刚才委员最关心的，我想这些五十个大名单出来之后，教育部也会积极的来跟我们职棒的四个球团再来做沟通。那目前其实也积极在进行，也有一定的这样的成果。部长就是请注意说，他看起来是小事，会变成是报纸的头条，是因为大家实在也关心棒球，棒球一直也都是我们的国球。是明年经典赛又是四年才打一次，如果不管是任何原因，是国民党内乱，是两位委员的心结，但是搞到最后不能组成最强的国家队，责任还是在新政府身上，大家还是会怪在我们头上，对不对？所以这个是不是请这个不管是部长甚至院长都请要全力协助解决这样的问题，不要让这样的剧碗，不要让2009年这样的不愉快甚至最后被淘汰的经验来重复上演，好不好？是。好，那所以讲到职棒已经有棒球已经有职棒了，那刚刚讲的蔡总统有很多的体育政策。好，当然现在遇到了这些体育学院的相关的问题啊，他当然就是在本来一般体育学院应该是软式组织，以选手为主，是辅导选手的角色，而不是管理功能。但是台湾这些目前这些协会跟官员都有一种家长式的心态，好，都是认为说选手是由国家栽培而成，所以选手应该相等为国哈，这样的一个不对等的心态，其实也是造成这几次刚刚所讲的这些一连串奥运前后的这些引发了争议。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根本的原因了，所以有人就提出要采取像日本协会的全会员制，将相关的协会全部开放透明化，让所有民间关心体育赛事的支持者都可以自发性的参加各种单项体育协会。那院长跟部长觉得这样的方向可行吗？对不起，你说最后就是讲的全会员制，就是全部开放，全部是所有关心的都可以参加。然后内部的会员有监督跟改善协会营运的一些各种透明化跟开放化的这个做法。这个部分，对，我这个部分其实我们已经在做一个努力啊，就希望未来的协会啊不会就是应该是要能够涵盖啊，就是很多数的地区并不是由协会少数人自己来控制他的这个会员呐、啊，那这个做法已经目前有一些措施了，具体做法也许现目前为止它就是个封闭式的、啊，是，对对对，那个篮协就是300多个。300多个会员啊，不会多也不会少啊。我要讲，我当过台啤篮球队的领队，结果我不是会员啊。我没有资格当会员，会有这样的情况。是，台啤篮球队
那时候我们很辛苦的让他从最后一名要被解散的球队，后来打到冠军啊，史称他们叫做绿色奇迹。但是这么多年了，我还是不是篮球协会的会员，想要参加也无从加入，所以会有这样的问题啊。这个是不是可以想在未来的，不管是在政治体育那个教育部的政治的行政命令，或者说该修法的部分，是不是都能够做一些落实？啊，那再回头讲说职业联盟啊，职业棒球啊，让棒球一定的产业化，那篮球也是另外一个台湾最受欢迎的活动哈，大概跟棒球不相上下。那如果棒球因为职棒可以产业化，那有没有考虑职篮啊，也让篮球也可以产业化？好，院长。过去台湾也有过职篮嘛？有，所以这个部分当然是。当然是个失败的经验，打了五年就收摊了。就表示说还是有这个基础了，就是说当然要看，就要去检讨过去一些失败的问题啊。那么才能够有可能去让它能够再组成一个比较长期可以运作的职篮。所以院长赞成吗？我当然支持，但是这个就是因为我跟高委员特别说明啊，像您刚刚所提到这个部分啊，其实因为它还是一个民间性的一个一个活动了啊，还是要希望政府只是能够去建立一个开放的机制啊，让他们在这地方能够。政府除了开放的机制，还要不要有一些鼓励的机制？当然，开放就包含是你鼓励了啊，这个包含在内了，就是开放只是你不去管制啊。现在是说政府是不是应该更积极的去推动啊？啊，比如说如果来赞助啊这个球赛啊，赞助球队或者成立球队的活动，一向都是有赞助，这个他如果支出，因为你看现在听起来在这四支那个职棒，只有拉明狗熊是稍微有盈余，其他都是亏损的，连中信兄弟、中信兄弟都号称没有盈余。另外两支更是亏损，但是我跟高委员讲，所以他都亏损的情况下，你只用开放的态度可能还不够。不，我应该这样来讲啊，就是说，如果说是他们的职棒要能够或者职业篮赛，他们要能够存在，最主要是在观众了啊。如果观众有足够的数量以及足够热情，那么自然而然球队是不该亏损的。那我们现在问题是政府要去想办法去帮他们去创造这个环境，在创造环境的时候呢，也许我们可以用补助或奖助或其他方法，但是并不是。在他亏损的时候不断的去用金钱补助，这个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我讲的不是说直接用金钱去补助了。现在篮球遇到问题是看 SBL 的人比看 HBL 的人少太多，看 HBL 看高中篮球联赛的大概100倍于看现在所谓的这个准职篮 SBL。 所以有啊，有你说人数有啊，你看那个今年的那个总冠军赛在小巨蛋办，是一票篮球全部客满啊，有人来找我们要票，以为是要 SBL 的票，结果他说不是，他是要看 HBL 的票啊。所以这些问题都存在。那我讲的是说，不是直接给钱，是如果你用租税减免的方式呢，有没有可能？我觉得我们应该去看，比如说为什么高中职篮他会受到欢迎，那就是因为他是在一个开放竞争的环境里面，会有更多人参与，引起他的热情。但是我们去，所以我们反过来去检讨现在的时候，我看所有的职业运动啊，其实说老实话，都关键都是在。我们要创造环境，让更多人有更多的观众有兴趣能够进来，这是我们要做的事情。但这个部分呢，是来自于一种竞争的机制，一种认同的机制。如果没有这个，单纯的去靠财务的补助，那个是我觉得那个是没有太长期来看是没有意义的啊。因为你有些运动走到一个瓶颈，比如说篮球，他走到一个瓶颈，他的观众流失是可能因为他没有职业化，所以没办法吸引，没有这个环境。但是你要让他可以浴火重生，可以变成。啊，这个自然，你可能需要一些政府的诱因，要不然政府只是在那边等着看，等着说他的运动人口多起来，观赏人口多起来的时候才要进场。那如果没有政府的点的这样把，那他永远烧不起来的话，那怎么办呢？好，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大概唯一的诱因是它可以提炼为费用，但这个诱因可能还不够。假设如果可以用这个用租税的减免，比如说他支出的多少一部。支出的在这些我们认定过的，当然不是每一样啊，比如他来支持职篮，或者来支持其他的一些体育赛事，是我们可以列为重点的，包括女子高尔夫，包括很多可以得牌的。那他的这个支出在一定的额度里面，可以变成是抵税的。那这个其实可能对很多企业界就很有诱因。高委员，我觉得啊，如果我们打假球的问题不解决，我们的这个专业的这个经理人制度不能够引进啊。
然后我们不能够会造成一种开放竞争的一种歧视。刚刚讲的那些东西都，即使给再多钱来补助他们租税减免都没有意义的。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有个事情的轻重缓急。自然没有打过假球、啊。你现在讲的是职棒，自然没有打过假球啊。对了，但是我觉得所有的，但是里面就是所有的职业赛里面啊、哦，这些比如像专业人员引进、球员的那个养护培养。他的这个生涯的规划，这个东西都要全要一并来考虑在内的，所以我们希望能做的这个全面性的制度性的检讨啊，那么这个是才是最后能够让我们的职业赛能够有机会能够存在的原因。好，院长，我们当然职业要不要篮球要不要职业化啊，这个可能还有很多的问题啊，像你讲的要需要解决，但是我要讲的是说政府部门如果只是都等着看说那个让他的观众人数达到一定的程度才要进场才要协助的话，那很有可能你根本不会有这一天的、啊、好，所以我们还是希望院长是不是可以责成相关单位好好的研究说到底还有哪些是政府可以积极扮演的，没有说不是说一直在叫你撒钱的、啊、你不要一听到说要花钱就开始紧张，我没有这个意思哈，但是整个制度的检讨是不是可以真的做一个全盘的检讨？这个我们已经在积极检讨，而且我们是有请张子生政务员啊，就是就这些职业还有这个业余的这些协会啊，他们的这个目前的运作制度啊，我们在通盘的在检讨中。好，谢谢。好，院长，我另外问的是，在今年的6月16号3502次的行政院会里面，你有提示院会跟决定的决议事项里面，就经济部呈报节电推动进展机制进展与检讨的报告里面，你有才是说请经济部提供诱因机制鼓励厂商提升产业用效率，因为改善能源供应的效率，电力市场自由化，虽然电业法的修法会有很多的困难及争议，但可分阶段先进行缴付这些部分，所以请经济部务必于今年7月底将电业法修正草案报院，并于本年8月底前要函送到立法院审议。这是您做的裁示嘛？没错嘛？也是当天的决议嘛？那院长，我们看到最近电业自由化在网络上有很多讨论的哈。很多，但是也有很多谣言，很多不理性的谩骂，啊，那我也觉得奇怪说，其实版本还没送来，新政院的版本还没有上来，就已经开始有比战，那新政院版本没有送来，也害我变成是好像是头号罪犯一样。你们看一下看我们下一页这个台电工会的看起来哇，那个很紧张的一个备战令。好，要启动，这个交抗活动，大概就是焦土抗争的意思了哈。他是说，工会要在10月3号下达备战令，好，要备妥各种物资，准备后续战斗。好，由于电影法修正案行政院版本尚未提出，加上民进党党籍立委高志鹏的版本，好，已经公布，造成这些焦虑压力，好，所以他们要下备战令。所以你看，我本来是等着你们7月就会提出，8月就会送立法院，我拖到9月，我其实6、7月的时候，我的版本就出来了，结果为了要等你们，等到后来等不及了，9月我还是先提了哈，那结果现在现在版本都还没提，就已经下了这个备战令，要准备要开始推动大型抗争啊哈，种种这些。已经开始准备 要战争了，那我要请教院长是，坦白说，就我知道，现在未来要提的版本，其实已经跟工会协商过很多次。坦白讲，就我认为他其实也已经退了很多步。那退了这么多步，看来这个台电工会还是不买单，还是下了备战令。那么当初退了这么多步，如果就我的版本是发电、输电、配电、售电4个都要切开，现在我们的版本里面大概只把发电这个勉强独立出来，前阶段还只是用会计分离的方式，那已经让了这么多步了，那如果为什么还是
版本还是没有出来，然后还是造成工会这样大的反弹。那与其让了这么多还是要反弹，那让这么多部有意义吗？啊，院长或者部长，我想这个台电影法修改确实是如刚刚高委员所提到的，就是台电还有一些其他的团体对于这个这修改中间因为有很多疑虑，所以让这个修改时间啊始终一直处在延宕中间。不过我们会就这个部分会来这个加强对外界的沟通，同时会尽速把这个修改的法案正在继续沟通的是，他们第一个讲是说他们觉得这个就是要民营化。好，我想这个也无可厚非了哈。如果就台电员工来讲，第一个当然说民营化以后，他原来有点比较像公务人员的保障会受影响。好，所以第一个你说要沟通，是不是可以先就再怎么样讲，就是说电业自由化绝对不代表台电要民营化，这个部分是比较宣导。第二个他们要讲的，他们一直用来这个鼓吹的是说这个就是土地财团。第三个就是会涨价。我想这是少数人刻意去扭曲我们电影自由电影法修法的方向了啊。其实这里面确实没有任何民营化计划在这个里面，目前只是希望让长网的那个分离能够做得好一点。你看，像我的条文里面，我特别讲到说，即便要分离，但是它未来是个别独立国营的发电公司跟国营的配电公司，所以它根本不会民营化。是没有民营化计划。那当然很多在 更多的技术上面，你要讲的要怎么样讲的更清楚，做更多的老人包，让大家知道说其实这个电业自由化就是一种能源的转型正义啊。台电这七十年来垄断的所有的发电，当然有它劳苦功劳的地方，但是一定程度你如果让它可以自由化，让它变成是一个能源的转型正义，它才能够确实达到飞鹅家园，才能够真正的让人民有更多的选择。这些坦白说都需要一点宣导。好，那我们看到的是现在是已经铺天盖地而来，有他们的在网络上的所推的各种的宣传，各种的说法，这些其实都真的要靠行政部门尽快提出版本，尽快就你们版本来捍卫。或许我的版本跟你们不一样，但是可以做一个充分的讨论。好，我甚至就想说要请台电员工想到，台电其实员工最多的部门是在输配电，可是你现阶段吃大锅饭的情况下，他的贡献其实没有被彰显。如果照了版本真的切出来的话，就是最辛苦的那个人数最多的输配电的这些工的部分的员工，他的贡献才会被彰显嘛。他以后他的输配电可以来收费，可以有自己的营运，这部分搞不好都要靠部长靠院里面去跟工会提到这个部分。未来他们还是可以，即便分成好几个公司，还是可以成立一个全部的一个产业工会，他的工会也不会被解散。好，这些比较具体的做法是不是都要跟他们讲？好，那我现在时间有限，我要直接拉回来讲，就是说院长，我们要提的一个是，当然我们现在两个版本不一样，旧的版本当然是发输配售都切开，即便照行政版本的话，有没有考虑一个让地方政府可以成立一个小型的区域综合电业公司，比如是我们前阵有听到云林县长李俊勇来报告他们的风力发电、水力太阳能发电做得非常好，但是他就是只能卖给台电，甚至会因为一些馈线或一些网络的问题。在日本，其实他们做得很成功的是，几乎每个县可能都有自己的电力公司。好，这次菅直人首相来我有跟他碰面，也特别问了一下他们最佩服的当然是德国他有850家的区域型配电公司500家是地方政府持有，日本有13个自治团体设立电力公司，我们甚至看到他有一些 DM 是来推销某某县他希望你加入当会员，希望你来用自己县里面的电，然后来支持他们地方可能苹果或者是一些生鲜产品。好，那我们知道现在地方政府其实都很穷，如果可以例外的允许一些县市政府，他可以跟台电看怎么样的合作，或者是更优惠的一些方式，然后容许他们可以有一个区域的配电中心，让他可以自己发电自己有一个经过配电的这些线路，然后可以自己卖电的话，有没有可能有这样可以考虑这样例外的一个人？我就说，我当然希望照我的版本通过，但是如果照现在的版本通过，可不可以？好，因应像这几个国家这样做法，可以让这个县市政府
可以有机会来成立这样的一个。这个部分哦，我想我们电影法的修改还是希望分阶段，因为为了避免员工的疑虑啊、哦，还有社会的一些过度的一些不确实的扭曲的批评，我们希望这次修改是比较单纯一点。所以您刚刚所提到的这个部分哦，目前当然还没有定案呢、啊。目前我看到他们的规划是说，希望地方政府呢，它是基本上它是可以成立一个电力公司或者能源公司了，但是呢，原厂并没有允许他去从事综合电业了啊。那么这个部分是现在规划，因为如果是成立综合电业，这又怕引起很多人的疑虑啊。所以我想，我们还是希望先来解决我们电业法修法之后呢，让我们的这个绿能发电不要因为电业法不修改，以至于没有办法推动啊。啊，另外哈、啊，那个院长，我要特别问我们第九位的政委哈、啊，这个唐凤已经就任哈。啊九位政委都到齐哈，那他，定位他是数位政委哈，也希望能够在网络上可以帮行政团队跟大家沟通。那到底他来了以后，是不是我们九位立政委都全部到齐了嘛哈？那他来了以后，到底有会来推动什么样的一个新政啊？我们要讲说他，我们讲说他已经是我们看到的亮点哈啊。他是最年轻的政委啊，只有35岁。然后我也发现他是学历最低的政委，因为他只有国中毕业。但是他的自学啦、啊、或者什么，当然都让我们肯定。到底您认为他来了以后可以带来什么样的不一样？我想我们的每一个政委都有不同的功能呢 啊。那么最主要还是希望他们能够在跨部会之间啊，能够有一些哈、啊，就是协助。让这个本会部会的产业，部会的政策、啊、能够推动更广。那么唐政委他来这边，我当然是因为我们也是有见到，就是未来的这个整个产业结构的发展里面，这个数位产业或数位经济的发展、啊、是未来趋势了啊。好，好，那么可能每个部会都有问题。时间有限啊，我最后再讲一个，就是说我们看到九个政委到齐，但是我们发现到一点是，九个政委里面没有人负责社会企业，社会企业。好，谢谢高委员，谢谢林院长。下一位，我们请游委员美女执行询答时间为15分钟。我们的主席啊，苏院长，以及我们所有在座的委员，以及所有列席的政府官员，大家早安，大家好。主席，我是不是可以请我们的院长？请您院长。游委员好。林院长好，辛苦了。没问题，谢谢。因为我想国事如马。所以呢，本席原来30分钟，我们就把它缩短为15分钟。
那我们简要的来切入啊，今天想要跟院长谈的就是我们的新南向政策。那我们也知道说，关于新南向政策，非常多的立委都非常的关心，所以呢，其实很多的立委就各个层面啊来跟院长谈。那今天呢，我想要跟院长谈的新南向的政策呢，其实比较是从价值面来谈，希望是从一个翻转思维这样的一个概念。因为我们知道说，新南向政策其实，我们说南向政策，它其实并不是一个新的东西。其实从李登辉总统的时代，从陈水扁时代，其实都已经有提出所谓的南向政策。但是呢，这样的一个南向政策，其实它没有成功，因为还是不敌啊这个所谓的啊西向政策，就是到中国去。那当然到中国去呢，也牵涉到这整个一个啊同文同种、语言相同。那从这个市场、从这个人力资本等等这方面，所以我们会看到说，在整个一个南向政策，当它只是纯粹用钱的角度、纯粹用经贸的角度去看的时候，那这样的一个南向政策，我们今天即使挂一个新，但是如果我们的思维没有翻转，仍然全部锁定在所谓的钱以钱为主的这样一个南向政策，全部呢仍然是这个以经贸为主的思维的话，我想我们的前车之鉴还是在那里。所以今天我们要去谈的就是回到啊这个所谓的新南向政策办公室原来的啊黄志芳他所提到的新南向政策是要以人为本，然后呢这个啊这个双向的交流，然后这个所谓的资源的共享。那这以人为本说起来好像是非常的抽象，但是呢我们今天说我们要新南向政策，如果好这个我们要今天要你要南向，你要到人家的国家去，当然一方面我们人愿意去，这个有需求性，我们要知道说他的需求在哪里，那我们要过去。那另一方面呢，也要怎么样，也要被需求性，人家需要你啊，对不对？人家不要你，你一直一窝蜂的去那里，你就像说，好，我们跟这个越南的这个所谓的金刚的这个事件，我们看到说，好，当我们的这些的台商到那里去，你不是以人为本，不是把他当作朋友，把他当作一个商业的伙伴，而是一种非常高傲的这样傲慢的一个心态去的时候，跟那一边你没有办法啊，这个与他们呢就作为一个伙伴的商业的伙伴，而是变成以邻为壑的时候，你会看到说那个的反扑是非常大的。所以在这里呢，想要跟君彦呢这个所谈的呢其实就是说我们的这整个一个新南向的一个政策呢，它其实就是应该要以人为本。那这以人为本呢，当然我们这里会牵涉到的两个，就是说，好，那我们今天要以人为本，人才的一个交流，我们看到教育部在这一次的所谓的经费的这预算的这个编列里面，我们看到教育部呢框了非常多的十亿的这个钱在这里要做。那我们也看到很多的政府的部门呢，几乎将近四分之一的预算要放在这所谓的新南向政策。但是我们在这整个一个预算上面，我们不能够只是我们所谓的人才的交流，不能够只是把人移来移去。今天我们要看的说，你这些的政策你到底有没有深度跟广度，你是不是真的是要扎根，是不是真的是要永续，还是只是在制造一些的数字，说我们的 KPI 很好看，所以呢我们今天扎了十亿的钱进去之后，然后我们的 KPI 是什么什么等等，然后只是把人从台湾移到东南亚去，又把东南亚又移过来等等，只是人的流动，而这只是人的这移动呢，事实上它并没有扎根，并没有往下。那我们来看看，像说在韩国，对不对？他们对于这所谓的南向的政策，他们是把这个所谓的第一个派大量的人去学习语文，所以你会看到说，在这个包括印尼等等这些的国家呢，他们有很多的这些的语文的学校，不是日本人就是韩国人。可是我们在那里是寥寥的小猫几只而已。那另外我们看到说，我们在台湾有这么多的新住民，可是我们对东南亚的文化又了解多少？我们在我们的这整个一个书店里面，对东南亚的文化的介绍，对东南亚的风土民情，对东南亚的这些的宗教等等，他们的生活方式的书籍有多少？所以事实上，我们对东南亚的国家，不管印尼、越南、菲律宾、泰国啊，这个缅甸、印度等等这些的国家，其实我们是非常非常陌生的。甚至你去问学生、问同学，甚至问我们的官员，说好，印尼的首都在哪里？菲律宾的首都在哪里？或是这个他们的第二大城是什么？他可能也不知道。可是当我们对一个国家不是那么的清楚的时候，那我们说我们要新南向政策，
我们要把这个所谓的整个一个这个扩展这整个一个经贸，好，扩展整个一个人才的交流，希望资源共享，有可能吗？所以在这里呢，就说当我们要新南向政策一个非常重要的，像韩国就是以文化输出为主，所以呢，我们如何能够呢这个到韩。这个到外国就是到东南亚去呢，我们跟东南亚我们其实有我们的利基在，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说我们这个跟东南亚的这个社会呢，我们有很多相似之点，我们数百年前有许多的华人就已经移居到东南亚去各国，而且东南亚各国里面的这些华侨其实也都占有很多的一个重要一个地位，那东南亚各国它其实也跟我们一样经历着相同的这些的殖民跟威权的这些的这些的一个经历，所以呢在这整个一个现代化跟民主化的过程其实是非常雷同的，所以我们台湾已经是成为亚洲的民主的一个国家的典范，所以我们在这整个民主化的一个过程怎么样从威权到民主时代，我们所有的这些的 NGO 对不对，我们不管是在环保，不管是在妇女，不管是在这个所谓的这个劳工运动环保议题等等，其实我们都有累积很宝贵的这些经验，而这些经验事实上就是东南亚国家他们今天要从威权过渡到这个所谓民主所需要的经验，所以我们也看到说好泰国的这个外长呢，这个前外长那也受到我们台湾来，所以他也非常需要说是不是能够把我们台湾的这些民主化的经验能够跟他们分享，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利基，我们真的是不要妄自菲薄，只是看到说啊，我们要你的钱，不是的，我们要跟你分享，我们要跟你成为伙伴的关系，所以呢在这里非常重要，就是说我们如何把文化输出，那文化输出当然也牵涉到说我们是不是文化先行，我们是不是可以把我们的出版业，我们今天在我们的台湾里面我们有很多的因为整个阅读习惯的改变等等，所以这是整个一个出版业是在下滑的，其实东南亚是一个非常可以吸纳，而且我们其实这些整个民主化的过程社会化的过程其实都已经写成很好的很多的书籍，甚至包括我们的童书，把我们台湾这整个社会的现象的分析是非常的细腻，那这些就是我们很主要的一个输出，让他们真正了解台湾，也把我们的这些的整个一个文化输出里面它其实会带动各种的创作编辑美编文编印刷等等，这整个一个所谓的文化产业事实上是可以到那边去的，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们希望是说在这整个一个文化的先行里面呢我们希望 是在这个整个一个东南亚的这个南向政策里面我们能够注意到，那这里呢这是输出，那在输入在导入的这个部分我们也看到在我们的台湾，我们其实在怎么样，我们一直我们台湾其实它的利基是什么，我们有最多的外籍劳工，这些的外籍劳工全部都是来自东南亚，而这些的外籍我们有一共有77万的外籍人士在台湾，其中有外籍劳工有57万人，然后还没有规划的外籍的配偶有5万人，然后合计起来就有62万人，而且还占了所有外籍人士的8成1呢都是来自于东南亚，那甚至呢已经取得规划了11万人，这个将近100万的东南亚大军在我们台湾，可是我们台湾 对待这些的百万东南亚大军，我们是怎么样的态度？我们是一个用这样的一个传统的一个刻板印象，当然在早期东南亚的经济不如我们，所以呢我们根本不把东南亚当作是我们可以作为伙伴或是学习的一个对象，所以呢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的这些的过度的刻板印象，或是呢不加这个遮掩的这种所谓的歧视的言语，或是甚至理直气壮的这种所谓的苛刻的一个对待，那这些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改变？那这改变我想我们的教育部应该有责吧，我们的整个一个 政府的各个部门对不对，我们的劳动部应该也要怎么样来拓展这一块，那所以我们希望是说在我们整个一个新南向政策里面，在我们的导入在我们的本土里面，其实我们如何来善用来善待这些的我们的这些的东南亚的这些的百万的大军，所以我们希望台湾能够让它成为一个新著名的友善国度，有没有可能？谢谢尤委员的指教，我想您刚刚讲的都是我们目前所规划的一些重点，我们也希望未来呢不只是我们有一些文化方面的交流跟东南亚建立更 密切关系，同时呢能够让我们本国在台湾目前的这个已经有的这些东南亚的不管是他们的目前的这个就是那个他们的外劳或者说是在这边工作的一些毕业的学生，
他们都能够就是跟在台湾这个社会能够有更多的融入的机会。我们也希望借这样一个方式呢，能够让人和人之间的这种交流呢能够变得更多，确实是我们目前新南向政策一个重要的方向。没有错，所以其实政府这里就像说，其实我们民进党执政之后，我们有很多很好的政策，但是对于政策的宣导，我们都没有从价值的观念里面去宣导，所以让人民只是看到说，哦，你今天政策怎么又变了？然后你这个到底在什么？然后大家呢，所有的这个既是成非的这些的网络的啊这些的讯息呢，就在那里流传。可是如果政府能够站在一个高度，站在一个价值，我们所信奉的价值是什么？所以在最东南亚，它是我们的好伙伴，我们要让台湾成为一个新住民的一个友善的国度。那我们希望说能够让新住民跟我们是一个好伙伴，让我们大家呢彼此的了解。所以不是只有把我们台湾的文化输出，我们也必须要了解东南亚的这些的文化。所以对于翻译的人才的一个重要，对不对？我们不只是要把我们的语言、我们的所有的这些书籍翻译成为东南亚国家能够懂的语言，同时也要把东南亚的这些的文化也能够翻译成为中文，让我们大家能够去了解。那当然，另外的就是说，有这么多的百万的大军在台湾。所以呢，它其实是一个很好的这个所谓的啊这个市场的调查。我们今天要到东南亚去，你知道东南亚需要什么吗？其实它全部都在我们台湾。这些新住民的需求，你只要去看，当放假的时候，所有的这些的百万大军，你看看他们的生活习性、他们的喜好等等，你去做市调，你就可以知道说有哪些的市场、有哪些的产品是东南亚所需的。所以我们真的是不要站在，对不对？站在宝山上，然后呢望着遥远的这个东南亚说我们是不是要怎么样花多少钱进去，而是我们能够来善待我们这些的东南亚的朋友。所以呢，在这里我们也希望说我们能够对我们的东南亚呢，在政策上面刚刚是讲的是人民的态度，另外一个是我们在政策，所以呢有没有可能去改善我们的婚姻面谈的制度。当然我们也知道说外交部现在也正在研拟，对不对？我们对东南亚的这个婚姻以往都把人当作说人家就是要假结婚证卖淫的，那今天这样的态度是不是可以去改变，政策能不能去修改。那另外对国籍法，对不对？对国籍法的这些的啊，东南亚的这些的啊，他们要申请国籍的时候，那所谓的这个品性不端啊，这个，所谓的啊，当然要必须要放弃国籍，等等这个部分，当然现在国籍法也在修正，但是这些呢，都牵涉到说我们整个一个政府的一个政策，所以在这些的政策上面，我们是不是能够啊，就是去思索说，我在整个一个新南向政策是一个全面的，它不是只是把人移来移去而已。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希望是说政府你可以去盘点我们跟新住民相关的所有的业务，那去清点跟移民移工相关的政策跟法规，那逐步去调整我们所有的法规呢，能够来放宽政策。那当然在政策上我们希望是能够去改变这些歧视的偏见，那同时呢，我们希望说能够积极去引进东南亚各国的这文化，促进东南亚各国跟我们人民的这些了解。那反向呢，也要自我们要求我们的多元文化，去尊重多元文化，尊重差异。那同时呢，我们也希望是说啊，对于这些的啊，我们的这个新住民的第二代，那其实我们不只是要把留学生送出去，其实新住民的第二代是我们的利基，那新住民这百万的大军也是我们的利基。所以呢，我们如何能够有新的思维，能够有新的一个视野，那能够来推向这样的一个新的南向政策，让东南亚能够走向台湾，那我们台湾也能够走向东南亚。那我不晓得说我们在院长这边是不是能够整个全面的再去检讨这整个政策。好的，我想我们其实我们已经有些部分已经在做，那刚刚尤委员你的意见我们都会纳入来考量。因为我们来看看说在这一次呢你们所提出的新南向政策呢各部会交流的相关的措施，那里面呢，当然我们知道说我们一直在讲以人为本，可是事实上呢，各个部会所提出来的这个交流的相关的措施呢，其实是非常单薄的。我们好像只是一个把一个框架弄出来，可是框架里面要填什么，大家脑袋是空空的。那脑袋空空，我们是不是能够开放给民间？我们台湾有这么活络的民间的社会，我们有那么多的 NGO， 有那么多的非原住民的团体，是不是大家共同来脑力激荡，把那框架里面的东西让它充实内容，而不是只有承办人在那里绞尽脑汁说我不晓得里面要填什么，好像今天考试一张白纸在那里，我不晓得我要填什么。我们的审议式的民主，我们的那么多的 NGO 活跃的 NGO， 大家一起来思索。所以你只要打这个所谓的网络文章打上去，你看有多少人在那里献策说我们的新南向政策，所以我们希望说是不是就政策。
好，谢谢尤委员，谢谢林院长。下一位，我们请罗委员明才执行，询答时间30分钟。好，谢谢。主席、苏院长、在座林院长及所有行政团队、各位记者、先生、媒体小姐，大家早安，大家好。主席，我可以请行政院林院长，请林院长。院长，罗委员好，你好。我想台湾现在发展的处境可以说是内忧外患的哈，整个全世界经济的这个动能没有那么的理想，以及两岸的关系停滞的结果，我们看到台湾啊，犹如在夹缝中求生存般的，不说外面的环境，我们来看看我们国内的情况。院长，520你刚刚上台啊，大概5个月的时间啊，我们就发现啊，很多的人事的更迭啊，不断的如骨牌效应的一张一张的掀开来，我们都不晓得行政院是行政院院长还是行政院执行长，后面有一个控制的力量。我记得在520刚刚上任，好不容易找到了财经的三首长之一的丁克华金管会丁主委，您说这是非常难能可贵、不好寻找的好的人才。就丁克华主委，他上任了以后也是战战兢兢，就他的专业、他的背景、他的努力，各方面事实上朝野都是肯定的。为什么在短短的时间内会发生人事更迭，马上就被这个割掉下台？丁克华丁主委是为什么下台？还有桂仙龙桂副主委，为什么突然在很多的理想抱负、他的这个愿景要开始实施啊，还没跨出第一步就下台了？外界的质疑的声音非常多啊，有所谓的阴谋论，有所谓的政治论，有着所谓的黑手论。那面对这样的情况，院长你还可以掌控得住吗？后面接二连三雪崩式的阁员换人，会不会逐一的展开？跟罗委员特别说明一下，那个丁华主委他在他的辞职的说明中间已经说得很清楚啊，因为赵峰案事件呢，那么造成了各界的质疑，对金管会很多质疑，那么这些质疑并没有因为金管会这处理了而让这个质疑停止下来，所以他认为他个人离职了，也许是一种方法来减少金管会的伤害。那么我对他的这个所做的这样一个决定和想法，那我经过沟通和思考之后呢，那我最后也勉强同意了，就这样子。那你觉得丁克华丁主任的离开，你会不会不舍得？我想大家都是政务官本来就是来来去去嘛啊，那么要有时候有些政策啊，就是必须要离开，这也没有什么，又不是。就说像你讲的这么严重了哈，我觉得也不必这样来看了哈。他是自愿离开的，还是被迫压力？我刚才已经讲了所谓的自动请辞。其实他已经多次表示，这个如果任何外界的任何责难啊，他都可以全权来负责了啊。那最后他也选择这个方式，那我觉得我们尊重了。会不会觉得这个速度太快了？他大概历任里面大概是第二短的。第一个是王丽玲王代主委的哈，那第二个就是他。事实上，我觉得他还是年轻力壮啊。当然，他而且在这个专业度方面来讲，个人专业和能力，我是绝对认为是非常好的了啊，这点我完全同意了。不过，政务官有时候不能够完全只考虑这些因素嘛。那会不会有所谓的这个阴谋论，就是要准备把这些专业有能力的老男男啊，老男男男啊，把他通通一个一个换掉，换成老绿男
啊，外面在传啊，下一个可能也是在座的，有人说是许育哲许部长啊，下一个会是许部长吗？还有几位啊？这些猜测都是没有意义的啊。对我个人来看，我不想花任何精力在这些上面。是，就是这些阁员的人事任用权呢、啊，是院长说了算呢，还是其他人在后面下指导棋？内阁的部分啊，当然现在当然我想我是应该是，既然是行政院长，我对所有内阁的这个最后的人事的任免，当时我是有最后决定权。那么当然，所有的内阁的人任用，那么我也应该要听各方的意见，那么这个是当然的啊。所以我希望在这边公开呼吁了哈、啊，像林院长也是很想要把事情做好，那你旁边周边的部长、各部会部长啊，都是应该是跟你要有默契。哦，认真努力，大家不要分蓝绿啊！在这个阶段啊，可以说是整个台湾的情况已经雪上加霜了。如果还是因为因人设事啊、哦，或者是说因为喜好、有派系的力量或所谓的阴谋论啊，那这个人事不安定，国家的进步、台湾的进步啊，怎么样来追求啊？跟罗委员特别说明一下，我想我们的内阁的每一个成员，我们都是找他们来，都是知道他们是来牺牲、来奉献、来实现他们的理想，而不是来这边争权夺利。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不会考虑啊。你刚刚讲的那个问题，我觉得不应该纳入考虑。对，因为我这几次啊，这个台风的第一个时间啊，我都看到林院长啊，立刻风尘仆仆啊，到屋来勘灾了好几次啊，哈，在这里也特别表示感谢之意啊，哈。因为你的到来，这个整个乌来啊，多年没有疏浚的部分，马上快马加鞭哦。这次所以大概灾损也有了，但是跟上次苏迪勒台风比起来，大概是剩下大概五分之一左右了，而且抢修的速度也都很快。那在这里啊，也代表地方啊，来一并表示对院长以及所有团队的感谢之意啊。谢谢。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去看这个自来水啊。这个大家以前没有担心过自来水的问题啊，就这大台风一来的时候啊，第一个怕停水，第二个啊怕喝到浊水。其实老百姓只有一个希望啊，期待是有安全、干净的水可以喝，其实就是那么简单的哈。那这一次啊，大概有提出了一个建议啊，就是取水口上移啊，大概20亿的经费啊，本席以为啦哈。如果在经过台北市政府啊，这冗长的这个行政流程的话、啊，刚刚上述所讲的，大家希望喝到好的水、安全的水啊，这个、啊、大概是缘木求鱼啊，所以希望这20亿的部分啊，干脆中央啊来执行啊专案处理啊，赶快来做20亿，这个经费不大，但是可以换得啊600万，大概大台北地区居民啊安全的使用水。所以是拜托可以专案来处理哈，让这个速度快一点。跟罗委员特别说明这个部分，那天我们有一起在现场看过嘛啊。是。主要的关键还是因为翡翠水库哦，这个专管的设置，因为它是现在台北政府的所管辖嘛，所以一定是要由它来执行。所以我们不执行不会比它更快。那么所以但是呢，我们可以配合它，就是如果经费上呢需要补助，因为这边它的水不见得都给台北市民在饮用嘛。那新北市也有，甚至将来也许桃园地区都可能有嘛啊。是。所以呢，我们会在这个部分呢，我已经说过不会让台北市政府吃亏。意思也就是说呢，这个部分如果真的需要我们这个协调地方或者中央政府去补助一部分经费，这都可以的。但是不可以由中央政府直接去做，因为这样做只会更慢，不会更快。因为那水翡翠水库不是中央政府管的。是。那这个流程。第一点啊，第二点呢，就经费的部分呢，因为必须要考虑到各个地方政府他们的财务负担。那么以目前来看。台北市政府如果得到全额的补助，这个对其他的贫穷县市是不公平的，所以我们希望还是按照现有的补助制度来进行。但是这个部分呢，我相信台北市政府也不会付不起这些钱来，我们一定会找出一个公平有效的方法，让这个案子尽快进行。既然台北市政府认为，这个新建专管，这个专管是有用的，是有帮助的，那我们就认同他的做法，我们支持他的做法，尽快来进行。所以当天我已经跟台北市政府讲好了，就是所有的部分不要因为补助款帮成一个瓶颈，应该尽速来推动。是，其实就老百姓的观念来看哈，中央做也好了，台北市政府做也都没有意见，就是速度要快。对，就是要有专，那希望说要有权责了，中央跟地方要分明才能快。这个协调的速度我可以快一点，至少赶快定案。啊，让大家啊，这个喝水不要停水，不要喝到浊的水，还有第三个，不要喝到不安全的水。
好不好？当然，好，谢谢，希望这个速度快一点。尊重台北市政府的这个规划啊。那其实哦，这个又回归到本席常年啊，这个觉得要长治久安啊，要可长可久可大的一个方案，就是所有全省的自来水啊的这些管理的这些权利啊，应该要事权要统一啊。我一直觉得水库的问题啦，啊，这个跟民生有关的这个水的问题啊，应该事权统一啊，把这些像这个自来水的问题啊、集水区等等，全部集中由中央来做全盘的一个考量。不晓得院长的看法如何？我想这也是一种方式啦，不过任何一个方式都是有利和有弊啊。您这个方式，先要考虑到一个问题，就是台北政府同不同意的问题。啊，据我所了解，台北政府大概是不会愿意让台北市的自来水，公司跟这个台湾省自来水公司合并。这个不应该要有私心呐、啊。以后啊，台北市也好，新北市也好，事实上都是一个一日生活圈呐、啊，甚至纳入基隆、桃园呐、啊，这应该要有一个、啊、比较高的一个思维啊。如果说是一个全世界的大都会的一个城市啊，这个都是应该要事权要统一啊，才不会造成啊每次台风泛滥啊来的时候、啊、就造成啊这个地方推中央，中央啊事实上也管不到这个情况出现啊。我觉得、啊、这个还是要请行政院那边啊这个好好来通盘来思考一下。嗯，当然我想我们对于水资源的分配和规划，我们其实要做的事情很多了啊。那事实上，经济部在这些方面已经有一些规划。那我们希望未来能够让这个我们的国民在这个水的饮用啊的品质的提升以及效率方面，我们都能够得到相当程度改善。如果罗委员对这个部分有兴趣的话，我也可以请经济部长再跟您再做进一步的说。好，谢谢。有计划了吗？哈，来沟通来一下哈，来想一下，看看怎么样来专案哈，做一个比较长久的规划。另外，我想请教的一个就是哈，最近这个讲的造风案，那事实上啊，讲到的就是一些金融啊，还有一些外交的等等的这些问题啊，我们看到、啊、最近那个 Deutsche Bank， 美国一出手啊，它是应该是联邦的部分啊，一出手处罚、啊、就要罚大概54亿美金啊，实际上算一算台币1800多亿啊。另外一个案子是在几年前啊，法国的银行啊，一次大概被美国处罚大概是4000亿左右的台币，这次兆丰啊到底犯了什么错误？一次要处罚大概台币57亿，院长，你会不会觉得啊有点感到感慨？面对美国这样一个挑起经济的战争啊，我觉得这很不以为然啊。一个银行的资本才多大？举个例子，兆丰在纽约的这个分行啊，大概设立的费用是3亿左右啊，一次你就要罚57亿，结果罚了以后，我们国家有没有代表去申诉？有没有去讲几句话？或者是他真的有涉及洗钱？洗在哪里？你应该要把这个事实说清楚嘛。结果今天处罚的是一个 state， 是地方的，就处罚了57亿。那到了联邦，他如果给你处罚是300亿，像外国的一次处罚1000亿，那我们怎么面对啊？我听说大陆那边，我想我们黄代主委也很清楚，大陆那边本来也是听说要罚几千亿的，结果奥巴马先生跟习近平先生见面了以后啊，哎，就不用罚。那国际的金融秩序公平何在？所以我想请教一下院长，兆丰案他到底犯了什么天条？为什么这个到了这个已经这个很严重的一个处理的一个地步？那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政府要不要讲几句话？起码要有一个申诉的一个机会吧？为什么通通都没有啊？我们只有照单全收，我们全部都要接受吗？真的是弱国无外交吗？是不是可以请院长说明一下？第一个、哦、我跟罗委员特别说明啊，就是、美国因为它这个是一个金融的中心呢、啊、所以它在那边的银行的监管也都一向都是非常严格。那么对于很多疏失，如果他认为是明显的，是应该要给予处罚的时候，那个
罚的都是相当的重，这是过去我们长期来就一个。是，那为什么后来大陆没罚呢？这个我不了解个他们的其他的个案了，我只是就我现在就是、哦、好几千亿耶，情况是如此。那么至于这个目前造风这个部分呢，以我的认知就是美国它只是监理机关的裁罚嘛，那监理机关它本身也不负责金融犯罪的调查，它只是负责金融监理啊。如果造风真的是有涉及到金融犯罪的话，那会有美国的这个检察机关会来进行调查，所以这个部分是两件事情了。但是呢，因为有这个监理上面发生的问题，当然可能会衍生出来，会怀疑是不是里面有涉及到其他这个没有查出来的这个洗钱的事实。因此呢，我想国人对这个赵峰案是不是涉及洗钱的部分呢，去做一些怀疑，这个部分也是合理的推断。那么当然我们政府也有义务就这个部分呢要能够厘清，所以这是我们目前要做的。当然我们也了解，就是要把这些案件厘清会需要很多的时间，还有一些专业上的问题啊，有时候外界可能并不了解，所以很多判断其实往往是过于简化，以至于让很多事情的说明变得非常困难。那么特别是就是对于这些在国外分行的一些账户的开设啊，那我们要去做一些进一步的了解，都涉及到其他那些当地国的一些监理的一些问题啊，所以当然这个部分是要花一点相当的时间，但是并不代表政府没有能力去查。是，那院长你会不会觉得这个环境啊事实上是不公平的？我举个数字来让你参考一下，请问在台湾这里啊有没有外商的银行在台湾？有啊，有。那外商银行在台湾最严重的处罚啊，国内对这些外商银行处罚的条例大概是罚多少？这个部分我不是很清楚。那黄主委在隔壁吧，你可以代答一下。限制业务可能比罚款更严重，我们有限制业务。对，限制业务里面有规定，最重就是罚200万到1000万嘛，是不是这样？限制业务不是罚款，限制业务可能上市它的上市。对，限制业务，那罚款的部分呢？有到1000万的也有。对，高1000万嘛。各位大家听看，台湾最大的处罚就是1000万的台币吧，对不对？是的。对，请问历年来所有的外商银行在台湾被处罚最重的是金额是多少？报告委员，这个数字我现在可能没办法给您，但是最高是1000万，但是我觉得名誉上的损失跟业务的限制可能更严重。好，最高是1000万了哈，我们以数字来看，结果兆丰分行在美国一次就被罚57亿，那大家听一听，不会觉得很过分吗？美国比较大，就可以这样子，这个大刀一砍。Deutsche Bank 一次要罚那么多钱，也是快1800亿，法国罚4000亿，这根本是在抢钱嘛，已经是太离谱了啦。所以我在这里要呼吁，也呼应一下德国的所有的很多的其他国家的议员，他们所提出的，美国这个行为简直是经济上的一个挑衅。跟挑起一个经济的银行的一个战争嘛，坦白讲，这个就是不符比例原则嘛。一个银行才多大，一次罚几千亿，他说要罚多少就多少，任何国家没有一个申诉的权利，没有一个抗辩的，你起码你要人头落地之前，也要让他知道说他到底犯了什么罪，什么地方是错的嘛，连一个申辩的机会都没有，这个时代太离谱了。院长，我们可不可以啊关心一下，你看看一个兆丰案已经折损了你那个一个格员啊，你过去觉得说这个是难得非常好的人才，就一个兆丰案就把一个金管会的主委拉下来。我想兆丰案是兆丰银行自己的管理问题了，跟金管会其实并不是直接有关，只是国人对于那为什么丁克华主委会下台？那只是对兆丰案后续的处理，认为金管会呢在很多地方呢国人有很多意见。那么这个意见呢，因为这些质疑始终不能停下来啊，是那当然我认为这里面有很多是误解了，还误会了。院长，你会不会觉得这个处罚太重了？你说兆丰的处罚，兆丰被美国这个。其实我57亿耶，我跟他分行才陆委员讲，其实这个部分也不是像您刚刚讲说是没有沟通的机会了啊。其实我们是有沟通的，
那主要原因是因为赵峰他在美国，我的了解是丁主委当时有跟我提到，就是美国要裁罚他的时候呢，其实是有两种选择嘛，一个就是你同意裁罚，一个是不同意裁罚。不同意裁罚，那当然就会将来会涉及到诉讼。那么同意裁罚通常是很多银行愿意接受，那同意的话呢，就是有一个大家共同的协议啊，就放弃以后的这个诉讼。但这个同意裁罚里面，就是我们是认为说，你要给我同意裁罚，要给我足够时间，要能够跟这个就是我们的公司的董事会要做个说明，要发重大资讯，这个部分不可能在几天之内完成。所以呢，当时是有确实是透过中央银行跟美国的联邦准备银行有做一个沟通，那么希望呢，他们把这个同意裁罚的这个时间，那个签同意的时间能够往后延，然后争取这个时间呢，能够就这个案子呢的裁罚的时间和金额能够做一个合理的讨论，然后才能够报到这个公司董事会来这个，然后发布重大资讯。所以这个确实是有过程，这个过程哦，已经让外界感觉是哈、以强欺弱、以大欺小的一个行为了。这个我觉得哦，这个不能接受了。这个处罚一个不符比例原则，另外一个哈、你也可以请美国说明一下啊。那为什么奥巴马跟习近平见过面以后，大陆的这个银行就不用罚？你也可以跟他讲啊。这是你说的，所以我也不知道这是真实。这个媒体报道都有看啊，你们可以去查一下啊，对不对？啊，为什么就差别待遇差那么多？啊，美国有什么事情来，我们台湾全力都还支持他，那以后就不要支持他了啊，不要买他的武器啊。大家都可以来谈啊，我们就我们的目前的这个就是兆丰银行的这个，我们总是要为台湾的金融业各行各业来讲几句话哈、那我想这个问题哦，还是要好好来思考一下了哈、因为这个奥喜拖饼啊，已经拖那么久了，大概什么时候会结案？你说哪一个？兆丰案。兆丰目前这个已经是就他的这个。就是他在当时处理的这个金融监理的这个部分啊，我们已经做了一个行政处分，当然这初步处分呢、就如果有后续有其他的资讯，还是可以再去做进一步的了解。所以我想说是现在要了解，但是大家外界比较质疑的是这个就是是不是有真有犯罪，包含洗钱等等的这个事实。那这个部分的查是因为是在检方在查啊，所以我们行政部门是不能够给各位任何一个。我在想说速度要快一点。如果有问题，就赶快把这个 事情的真相公布；如果没有的话，要还原，给他一个公正的清白。哦、以上谢谢。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股市的问题啊，哦、股市现在啊可以说是哀声连连呐、整个资本市场里面啊，一天的成交量啊不到600亿，所以很多的证券公司啊，这些同仁啊。已经啊，离职的离职啊，没有工作的没工作啊，都差点要上街头了。面对这样的情况，院长啊，你怎么样来救股市，让国内的经济市场可以热络一点？本席过去以前在大力在推动废除证所税，那赶快来推动，让台湾成为一个能见度高的地方，台港通、台沪通，赶快大妈的钱来台湾买股票。活络台湾的经济，现在钱是无国界的，有机会赚就大胆赚。结果我看到现在两岸的关系啊，现在全部停滞不前啊，什么东西都停掉了。我们现在讨论一下这个股市的问题，院长有没有振兴股市的方案？这个部分其实金管会在过去也提了一些措施嘛啊，那么当然就是细节的部分，也许是由金管会来说明，会比我讲得更清楚。好，那请改天再书面说明好了。另外就是刚刚讲的两岸的关系啊，我们看到现在的这个陆客来台湾啊，人数啊明显大幅度的减少。过去那个六合夜市啊，高雄啊人山人海啊，结果现在小猫两三只。故宫博物院也一样，以前啊你要进去啊大排长龙，现在都不用排队了。101也一样，面对两岸的关系啊，蔡英文总统在选前说要维持现状，请问蔡总统所说的现状是在以前过去大陆跟台湾密切交流往来的那个现状，还是现在的小猫两三只的现况？是不是可以请院长说明一下？
这个部分我们请张主委来说明好吗？张主委，请问你最后一次跟大陆的官方正式接触、打电话联络是什么时候？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都没有接触过。那两边的交流什么时候开始？两边的交流有很多，包括了各种的文化的、人民的往来。我说官方对官方的正式交流。这个官方是很广义的，就是说，陆委会当本身是好，那有你主委本身哦，跟大陆的互访、沟通、开会，什么时候会开始？这一部分我想就是说，该努力的我们会持续来努力。不过呢，就是英文有一句话就是说，所以你刚刚讲说，截至目前为止，一通电话都没有打过吗？你跟张志现在的那边的最大的负责人是谁？我的就是那个国台办的张志军的。张志军，请问你跟张主任电话联系的时候，最后一次是什么时候？或者是都没有联系过？在我任内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我们会持续来尝试。都没有，那这样已经把我们过去支持蔡英文总统认知上的两岸维持现状的那个现状，已经不是现状了啊！两边现在已经开始疏离。连电话都不通，所有的观光客都不来，所有的销售、物流各方面都停滞，如何要能回到过去热络的情况？从战略的层次来讲，我们所谓的现状就是要和平、跟稳定、跟发展。那么在方法这一部分呢，我们持续不断地来释出善意。所以其实过去也做了蛮多的。你们的要释出善意，它是为什么原因？你们没有办法突破。该坚持的，我们一定要坚持。我们坚持的是什么？就是所谓的《中华民国宪法》《两岸人民关系条例》，还有就是、这个部分他们没有说反对啊。但是我想现在就是。你是因为一定有改变了什么吗？我请问啊，请问一下院长，我们没有任何的改变。请问一下院长啊，那刚刚讲的意思就是维持现状不改变，那台湾会不会宣布台湾独立，或者是台湾来主办台湾的那个独立公投？我请院长，目前没有这个，没有这个。那既然都没有，有没有可能民进党的党纲里面就是冻结台独党纲，或者是废除台独公投的这项提议？现在我们是在行政院了啊，我想我们政党的部分是政党去处理，不是行政院来处理。那我请问，台湾会不会举办台湾独立的公投？我刚才讲过了，已经没有这个，目前没有这个做法。目前不会哦。对，我觉得你两边的话，你应该要务实啊，多多来释出善意。那为什么大陆截至目前为止，张主任不打电话给我们张小月张主委呢？或者是有打他不接？这个热线已经中断掉了。善意是要靠双方的互相释出善意才能够继续下去嘛啊。那么我们现在是单方面释出善意，但是对岸并没有给我们善意的话，这个部分是不是我们完全能够操控的。那为什么去年的时候可以，现在不行？问题是出在哪里？人的问题呢？还是事的问题？还是制度的问题？我想这个部分我刚刚已经讲了，就是主要是在双方必须要有互动的善意，就是有一个彼此都愿意释出善意的基础下，才能够去进行改善这个彼此的关系。好，如果行政单位做不了，那我们民意代表的部分，我们来组一个和平考察团，邀请林院长一起过去，在第三地人跟人互相碰面，这个可不可行？我觉得如果说是有，如果双方都有意愿的话，这个都是可行的。但是如果说是单方面想，都是不可行的。那如果这样的推动，院长你愿不愿意？只要你如果愿意的话，我想请台商，只要在对等尊严的情况下，任何交流我都是欢迎的。对，我希望说，这个事情还是要摊开来讲啊，因为大陆的崛起啊，现在已经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每个国家都要跟他往来。只有台湾固步自封，不断的要往南向，南向也好了，但是你西向不可以停止啊。我从来没有说过南向就是代表跟两岸关系不愿改善，这是两个独立的事情，都可以同时进行。好，我们希望多多来努力了哈。看到这个观光客啊，人潮变少，大家生意不好，真的是为这些农民啊感到觉得很难过啊。希望多加油努力。另外，本席因为来自地方啊，
要跟院长来请命了哈，就是捷运延伸至深坑石碇啊，这个进度不晓得怎么样，还有捷运延伸至安坑啊，这个交通问题啊，对我们来讲是非常的重要的，特别是深坑石碇地区啊，人口不断的成长，捷运路可以到深坑，可以到石碇的话，可以打造成一个漂亮的台北后花园，整个带动起来啊，这个也落实节能减碳，整个一个生活圈的一个概念，什么时候开始推动？什么时候可以让我们深坑的人、石碇的人有捷运可以坐？好，这个让贺成部长来说明好吗？好，请说。据我所知道，这个是新北市府他们现在正在研究，准备提到这个高铁局来研审。那关于安坑的部分是已经在行政院去年就核定，那么相关的事情现在新北市府也在做他的招标这个相关的规划。啊，现在速度快一点哈，是我们地方非常的期盼。谢谢罗委员，谢谢林院长。报告院会休息十分钟，休息之后继续进行施政报告之质询，现在休息。
现在继续开会，进行施政报告之质询，请何委员心存质询，询答时间为30分钟。谢谢主席，大家好。我们请院长。请林院长。何委员好。院长好。那如果你觉得需要坐在椅子上，那也请您好，谢谢就坐，没问题。好，谢谢，谢谢。那刚刚在休息时间，我首先必须要谈到我的人生第一次哦，戴上 VR， 非常感谢哦，我们新政委唐凤哦。刚刚在休息时间让我体验了 VR。 那我听说在南部，事实上我们的这个 VR 的产业是做得非常的完整跟成功，那也是台湾的骄傲。所以呢，我也曾经建议我们的科技部部长未来呢，在教委会或者是在其他的场合呢，可以把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创新的科技，而且是台湾的骄傲，可以带入立法院。我的教委会的专案报告可以请他来用 VR 来做报告。院长，你觉得这样子会不会是一个创举，而且是一个鼓励？我想，这个部分我尊重那个教育部他们的想法好了。科技部。哦，科技部想法对。尊重哈，部长，那下次我就安排哦。那事实上，院长，我今天哈，除了 VR 让我兴奋，但是呢，我今天看到媒体在报道一件事，又让我觉得非常的沮丧。我们继谢淑薇之后，我们又一个最资深的射击女将林怡君宣布退出国家队。院长，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这个报道。抱歉，我今天没有注意到这个报道。还没，是不是？那我告诉您，我们最资深的射击女将，她在各大国际赛事上帮台湾在射击这个单项里面夺得的非常多面的国际的奖牌，她也是最资深的，而且呢，她接受培训已经将近20年。可是为什么她在今天宣布退出国家队？不再代表国家队来出赛。他说他在8月底接受总统蔡英文的接见的时候，曾经递交了陈情书。他陈情的是什么？为什么他这么多年来，他的教练永远没有办法取得国家教练的资格陪他出国比赛？当他的教练都必须要自费坐在观众席的时候，看着他出赛。而他在比赛的现场，也因为没有教练的一个临时的一个指导，让他若有所思。单项委员会的相关人士说，他一向有一个心理状况没有办法克服。可是我发现，当一个选手做了如此沉痛的一个决定，他练习了。他参加了那么多国际赛事，他陪伴他走过他大半青春岁月的射击，20年的青春岁月，他决定他要退出国家队，这是国家的损失，这是国家的损失。而他的决定，他说他很无奈，他很沉痛，他觉得他无法改变制度。所以院长，我今天不仅仅只是要教育部要拿出魄力，我也希望行政院真的要好好的来检讨，为了我们的国家的选手，我们来健全我们的所有竞技比赛的环境、培训的环境，制度要改。但是要怎么改？到目前为止，我们看不出，我们行政院看不出教育部拿出一道方式改革，来说服这些选手，来保护这些选手。院长，你要回答还是部长回答？这个部分我有请教育部体育署提出一个改革方案出来，那么曾经跟我报告，但是中间有一部分我并不满意，所以要求他们再重新再理，那么我还不太清楚目前的进度是如何。那部长，你不讲一下进度？是。最近我们的体育界真的是多事之秋啊。
思，我跟委员报告，因为现在不管是林颖君选手或是之前在里约奥运，我们有代表国家出赛的几位选手，可能在教练或是包含他们相关比如像乙协的这部分的一些合约影响到选手的这些基本的配备，我想这些都是在这一次整个要检讨的项目之一。那刚刚也有其他委员提到就像你讲的所有的单项委员会是不是应该改革，哪些特定的竞技类的单项运动的委员会是不是跟选手之间有一些不愉快，有一些制度上的不合理不公平，让这些选手非常的失望跟痛心，这个要怎么改？我跟委员报告，对于有关单项协会的这个些要改革的面向里面本来就包含这个组织的这个开放，还有对于选手的这方面的这些参与，未来有关选训的这部分我们会要求是有选手成为在这个当中里面的重要的成员，也最能够把选手的需求跟想法能够在这样的过程里面去把它呈现出来，也就是回到未来不管协会或政府这边其实是应该要以选手为建构他最好去参加比赛的这种支持的条件来作为这一次整个改革的面向，那也会在年底之前将目前对于学会发展非常关系的有关这个辅导考核的办法跟国民体育法来一并的做修正，我想这只有从制度面上将这部分来改变才不会说哪一位选手又在哪一个单项的协会里面所面对的这个现象我想这个枝节的改变还是要回到整个法制跟体制上的改变。我相信有些单项运动的委员会这些成员出奇出来，但是呢我们连续连环爆出这么多项的单项运动委员会跟选手之间这些问题，我觉得改革迫在眉梢，是，所以拜托刚刚院长有讲之前对你们的改革方案有一些不满意，要你们改了赶快再送，我希望能够尽速。那我再问你，那对于林怡君今天的这样的宣布，我们教育部要怎么处理？我想对于林怡君选手，因为在里约奥运的时候我也特别去看到他在参赛的时候也特别去现场帮怡君这边加油打气那我想这个是他可能在过往几次的不管参加亚运或奥运的他说十年来他的教练都完全没有办法随着他出国比赛，改革里面才有办法从制度面来做这方面的调整我想这个我也会在请体育署帮我自己也可以再跟这个选手来做一个，今天这个消息上报之后有人去跟林怡君沟通吗？这跟文报，因为这个今天整个报纸才登出但是所以你们从头到尾本席今天在咨询台上问了你，你才知道说报纸登出。那原来我们体育署到底在干什么？我们完全不关心我们的国手吗？林怡君还是担任国手十多年，参加了无数次的国际赛事的一个资深的国手是我跟委员报告就是说这问题会是第一天存在吗？应该是说这些选手反映在这一次里约奥运后的各个现象其实都是在这一波要去做改变的这个机制我想主要应该是让选手在了解往下不管他们在单项协会选手的选拔训练等等，他们会扮演非常重要的这个意见的这个参与者。部长，等一下有时间，是，赶快去了解，去了解林怡君现在的状况。那我们体育署到底有没有尽最大的力量去来跟他沟通？尤其他特别提到，他在八月底总统蔡英文接见的时候，他就已经递交陈情书，而总统府也把他的陈情书转给我们教育部，转给体育署。而到目前为止，拍摄十月初了，没有任何明确的消息，没有任何的回应。这个是让我觉得我们第一个效率这么差，第二个我们这么不用心的去看待这一件事，才会让今天林怡君他宣布要退出国家队。所以部长，你有督导之责任体育署在你教育部里面是不是
所以你到现在不知道说原来总统府要叫体育署要去处理这一件事情，而体育署完全没有去处理这一件事啊。我跟委报告，现在就是说在处理的这一些，包含我说几位选手的状态，其实都是在这次全跑的范围啦。哦，这倒不是说目前没有去处理林宇君选手所提的这个建议，因为最后一定要在这些办法跟法制里面啊。不是啊，部长，来处理我知道。你当然希望全盘的改革，我现在说的是，那针对林宜君，他在八月份他就已经跟总统提出抗议了，提出陈情书了，他今天也在脸书写了，一直到现在也都没有获得体育署的明确的回答，什么事都不了了之。我说的是处理的态度不应该是这个样子。这样好了好不好、哦、那么第一个就是有关这个个案的部分啊、哦，我们希望那个体育署能够跟他有做一个接洽，把体育署目前的改革的做法啊跟他做个说明。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目前改革做法是不是能够解决林云君的问题，这个部分我也不确定啊。所以呢，如果说是不能解决，一定要告诉他何以不能解决，或是到什么时候才能解决啊，要有一个说法。这个说法呢是要应该是可以接受公平的，或者说至少要让我能够知道，好不好？好，院长，我就等待我们行政院。我们请这个体育署啊，今天就来跟他接洽，那么希望一个礼拜之内告诉我结果。好，谢谢院长。那接下来哦，我想台风哦刚过哦，刚刚有其他委员提到哈、哦，台风天民众最关心的是什么？水跟电嘛哦。刚刚有其他委员讲到水的问题，那我要提的是电的问题。台中市这一次在风灾里面是全台湾停电户数最高的直辖市。那我有听到，也有看到媒体报道，我们行政院经济部愿意来协助地方政府，要共同来建置电缆地下化的一个推动工程。那我是不是可以请教部长，要如何推动？哦，跟委员报告一下。这个地下化的部分，因为它的成本比较高，不过我们已经启动防灾式的分析，从这个主干线跟人口密集的部分先开始，再逐级的从这个比较容易受到盐害或者是风灾受损的部分，逐步的开始规划。那所以那部分已经在开始做这个整体的这个分析跟规划了。那整体的分析规划之后，那你的时程表呢？现在还没有做完，但是因为过去这部分。我们在分析的时候，是因为地下化的部分牵涉到两个议题，一个部分是它的成本大概是直接高架部分的7倍左右，另外一部分是在特定部分如果它会淹水的话，维修反而比原来困难，所以那两个部分正在整体做一个评估，所以我们还没有完整的时程。成本的部分，我记得有一个中央跟地方啊分别负责的一个比例的问题嘛，对不对啊、哦？那如果地方政府愿意的话，那配合我们经济部你刚刚所做的所谓的分析，那哪些地方最急迫要做的，哪些是可能因为淹水地区而可能会妨碍到未来的维修的部分，而可以比较缓着做的，这样子优先顺序等等，我想经济部这边应该要一个全盘的一个配套，然后全盘的一个规划，还有呢完整的时程表。那我想大家共同来推动，因为呢用电的安全，还有呢在这个防灾型的尤其是台风天停电户数越来越多的情况之下，会造就什么生活品质，还有呢大家呢觉得怎么政府怎么那么效率那么慢，都已经台风天过了2天3天，而我家还没有电。我想民众第一有感的就是，如果政府能够站在他的生活面向来帮他思考，帮他解决问题，我们共同来面对，这个才是一个有为的政府。所以要拜托尽快好不好，电缆地下化的这样子一个方案我们尽速来做。 好，谢谢。那接着我就要再请教院长哦，这又是一个中部的一个大事情哦。我们中部一个交通的建设哦，在前任政府就已经开始规划哦，那现在啊，我不知道进度到哪里了。就是呢，台中的国道一号衔接74号线的一个高架的交流道，问题是在于现在因为没有直接衔接，而呢，国道一号要跟74号线要民众要走的话，必须要下到中清交流道，而中清交流道是目前中部地区交通最拥塞的路段，
所以呢，地方一直呼吁，那也曾经获得交通部告知我们有在做一个可行性评估，要让国道一号直接衔接74号线快速道路，做一个直接的一个高架交流道。那不知道进度如何，部长？对不起，委员，真的这个案子让我们来了解一下。所以你到现在，清水交流道那边的那个几何形状是比较有工程困难，但是我相信这个事情，假如说过去不是清水交流道，是中清交流道，中清就是中清交流道那个地方。它那个地方比较复杂，不过既然是过去我们有承诺在这个上面做研究，已经在做可行性评估，也通过了。我们这个今天下午就来了解，下午就把查的情形跟您做回复，好吗？部长，你去了解清楚了啊、哦！我们也开过数次的协调会，也开过数次的一个双向的沟通。是。那呢，地方政府也来聆听了我们交通部的承诺。那呢，我们很多中部的民意代表也极力的在争取这一项交通设施、交通建设，我们是为了大众行的安全，还有呢交通的便利，整个路网的一个完整性。而这个交通永设的这个路段是真的非常需要做，了解。所以拜托部长、拜托院长支持，而且我再告诉你，可行性评估已经通过了，请你回去查清楚。现在后面的一个时程还有程序再拜托告诉我们， 好不好？好，下午就给您回报。好，谢谢。好，那地方的问题大一体问完了之后，再来刚刚有很多委员提到哦，我们一开始我刚刚在讲 VR， 我就想到现在电子科技这么的发达，而我们现在的商务电子商务的经济行为、交易行为也非常的多元，比如说院长。你有上网去订过饭店吗？当你必须要旅行或者是出差，不管是在国内或者是国外，你有上网订过房间吗？嗯，跟何委员特别说明，我太太有订过。你太太有订过吗？哈，所以呢，我们现在可以订房的，现在有发生一些纠纷的，我在媒体上看到的不管是这个 Booking 或者是 Hotel 或者是 Agoda。这些等等，我请教一下部长，部长下来，这些电子商务的这些有在台湾设点吗？ 有在台湾设立公司吗？有一部分有，有一部分没有。您有一部分有，一部分没有。我们现在有法律可以要求他一定要吗？有规范吗？经济部在修改这一部分的相关的规定，现在正在修改。那版本什么时候可以出来？那一部分不用等到公司法，我们在修其他的这个现行的这个细则的部分，所以我们在做进一步的处理，这样子。因为前我现在担心的是，你如果不赶快把版本拿出来，不赶快修订相关的办法跟法源，那我们在现行的这样子的一个交易制度下，很多电子商务的交易行为，第一个没有办法受到台湾法律的规范，第二个发生消费者争议事件的时候，我们的消费者的权益在哪里？我们要该向我们国内的法院、消保官，或者是他既然是跨境的电商，我是要跑到他的公司设立的原所在地的法院，或者是去跟他公司求偿，这很多很多的面向。一般老百姓如果发生了纠纷，他不知道该怎么办呢？是，我们正在修改这一部分的法令。的确，您讲的完全正确。你知道吗？我们现在根据我得到的统计资策会统计过，2014年台湾的电商的交易规模高达上兆啊。是。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经济规模。而我们到目前为止，如果说像部长你讲的，有的公司有在台湾涉及，有的公司没有，那我就问，那财政部部长也在现场，那这些公司如果没有涉及，我们可以课到税吗？除了要保障消费者的权益以外，我们国家的权利就是要他来缴税嘛，对不对？对，跟委员报告，这部分呢，我们送出营业税法修正案，那这个案子呢，送出来了吗？已经送到立法院了。行政院已经通过了，对，通过了。那近期这个会期要送吗？我们希望这个会期能够通过。我希望赶快。对。我希望赶快。
好，那如果修过了之后，依你的评估预估，我们会有多少的税收来源？营业税一定会增加，然后盈利事业所得税也会增加。那我请教一下，我刚刚提到哦，我们现在电子商务的这个交易的这个行为有非常多元性哦，哦，不仅仅是说要求他公司设在这里而已哦。如果他公司设在这里，可是像那个 Uber， 他也有设公司啊，可他设的公司叫做资讯公司啊，他不是叫做交通运输业啊，那你怎么课他税？这部分、啊、这个争议怎么解 ？Uber 部分呢、啊，我们就实质课税，你登记那个，但实际上从事的，我们从金流来下手。所以说，你掌控得到他的金流吗？有，有。Uber 部分呢、啊，他有缴税，缴的不够多，所以这一部分呢、啊，台北国税局呢、啊、已经补税了，处罚了。已经补税处罚。对。好，我希望在这个部分，政府该强硬作为的时候要强硬作为哦。哦，姑且不论 Uber 是不是应该在台湾进行他们所谓的这个交通的一个业务的一个这个交易好了。因为这个可能是交通部的问题，因为这还要跟计程车业者，还有我们的所谓的相关的这个职业车种啊，哈，职业的这个交通的相关的法规啊，哈，还要去做整合，还要去做讨论。可是呢，除此之外，对于 Uber 税的问题，还有我说人身安全的问题，当我们法规没有改的时候，当我们没有办法去保障消费者的权益的时候，Uber 像这样子的电子商务的行为又牵涉到有可能有人身安全的问题的时候，我们政府该怎么做？这个才是一个对消费者来讲是一个非常关心的议题，对政府来讲，我们是要需要跨部会来告诉我们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要从财政部税的问题修法赶快课，从交通部的立场，交通部要告诉我们，像这样职业用的，到底 Uber 算不算职业用，我不晓得了哈，因为在现在法规里面好像也无法可管啊。那在经济部来讲，我们对于这样子的电子商务的一个相关的法规，我们怎样尽速来修来改？因为这真的都牵涉到我们国人的权益问题啊。交通部部长要不要？说明一下，对，关于至少前面出于整体的电商之外 ，Uber 的情形，我的了解是，积极跟他们在协调以后呢，最近他们愿意把资讯落地，所以这样的话，刚才所提到纳税之外，就可以纳管，纳管才能够达到刚才您所谈到的对于消费者权益的保障。这部分我们现在已经有要求，他们也愿意朝这个方向来配合。他们愿意？是。那他们答应什么时候有给时程吗？他们现在当然正在跟他们的相关的总部在协调，因为他其实在每个国家他都有类似这样子的一个做法，所以我觉得我们这样的一个事情并不是一个额外的要求，他们正在协调一下，看看他们怎么样的来把。可是部长，我听你这样子的答案已经听一个月了，我记得上没有上个月还是多久之前在交通委员会，你就跟其他的委员做过这样子的一个答案，应该是在两个礼拜以前他们才做，所以我才问你说时间在哪里啊？对，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告诉我们说愿意，但是时间在哪里啊？现在是我们还是照我们现在现有的法规走。那么他如果要真正要做这样的服务的话，他前提就必须要能够在资讯落地。那这件事情他们当成是他们的了解，他们再去跟他们的总部去协调。所以你也没办法给我们一个时程嘛，哈，只能说现在我们正在跟他们要求，要求他们尽快。我们的后盾是按照我们的执法。那么他们必须要做这个服务的话，他也不能够在他的品牌上面让消费者觉得没有保障，所以这个纳管这件事情是必须是坚持，我们也让他们了解这件事情。啊、这一定要纳管啊！是，因为这个交通运输牵涉到了很多安全的问题啊，如果没有纳管的话，它会是一个可能是自然的死角。是的，好，所以拜托尽快好不好？好，谢谢。那我接着交通部长跟经济部长请回啊。我还要继续问我们财政部部长啊，刚刚哦，你有讲到说对 Uber 这个东西，你从金流会去追，会去课税，当然我要给予肯定啊，有积极之作为哦。但是我要问一件事，讲到税哦，我们现在国税局在查税的手段啊，是非常多元啊，讲好听是多元啊，讲难听一点，一般老百姓讲的是啊，我那里国税局的喜爱钱啊，真的政府欠钱欠那么多吗？都找老百姓
出口，所以呢，国税局的追钱查税的手段啊，以目前的老百姓的形容啊，是非常的严厉啊，甚至还说你们是酷吏啊。我就觉得啊，为什么会让一般的老百姓有这样子的一个看法？纳税是国民的义务，但是国家要课税，要课的让人心服口服，课税要课的公平合理，而且要透明化资讯，让民众清楚知道他的权利所在。部长，你认不认同？认同。认同，对不对？那我一再提醒你，院长也许还从来没有收过你们相关的公文，我一再的提醒过，今天提醒你第三次，拜托你们财政部、国税局所有发出通知要查账也好，要请人来说明来也好的公文，请用白话文写。我们很多老百姓啊，收到国税局的一纸公文啊，压个皮皮错，上面呢他看不懂，看不懂为什么？因为你们写的不清不楚。所谓的不清不楚呢，是你这个案子你要请他来说明，如果他没有来说明，他会违反什么法令，而违反这条法令又有什么样的一个裁罚，你们呢都只引用法条啊，就第几条啊，其他后面的通通没有写，对于他的权利义务没有写得很清楚，没有用白话文来告知民众，所以很多民众看不懂，或者是弃之不理，或者是夹个皮皮抓了去说明了之后，他不知道他的第一次说明有没有第二次，有没有第三次。那我接触到很多的民众的陈情是，你们国税局呢也没有跟他讲清楚就禁止核定，或者是说呢也没有告诉他说，你如果在什么时间点以前没有来的话，我禁止核定，而且还要给你罚款，有罚金，而且一罚要罚几倍。这个你们在公文上完全通通没有显示，哎，我觉得这个对民众知的权利是有损害的。我再提醒你一次，对，我们要求改进，要检讨。确实去执行，不是改进检讨而已。我希望我下次民众来跟我陈情的时候，看到的国税局的公文，不要再是一个不清不楚、完全只有法条的一个公文。要写清楚，要写清楚，要写清楚，让民众有知的权利，他的权利义务清清楚楚，让他知道。好，这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部长，你也是国税出身的，我们现在税务人员在追税的时候，还有没有奖励金？目前呢、啊，罚款奖金是没有，有税务奖励金，行政院核定的税务奖励金。我现在就是要来问啊。我找到了资料，你说没有罚款奖金，为什么？因为呢，财务罚款的处理暂行条例呢被修正过了，1993年的时候改掉了，说呢我们的行政机关啊，主动查缉的这些查缉人员啊，这个罚款呢不能再领，不能再分配奖金了。可是呢，税务奖励金有，税务奖励金同样啊，你们也是依照你们追到的税额多少，再发一级、二级。三级啊，对不起，一等、二等、三等，不同的税追到多少的额度以上叫做一等，来发多少钱？多少金额以下是二等，发多少钱？三等是多少钱？当然，每个税的品项跟追到的一个税金的额度不等，所以有不同的奖励金。这个奖励金有法源吗？这个不。奉行政核定的，是你们自己核定的吗？院长，我是要告诉你，这样子的一个奖励金制度是真的不合理的。我告诉你为什么不合理，你知道这里面他们的奖励金里面还有一个具体事迹叫什么，你知道吗？可以领奖励金，而且领很高哦。来，我念给你听：运用机制，锲而不舍，争取个案巨额欠税者，好，一等奖。6到12万，二等奖4到6万，三等奖2到4万。我不明白什么叫做运用机制锲而不舍。本来所有的税务员在追税、在查账的时候，不就应该运用机制锲而不舍了吗？连这样子可以当作发奖金的一个依据，院长，
我是建议建是行政院核定的一个行政命令，你们自己的办法。何员这边要检讨一下啊，这个财阀奖金，其实你讲的1993年正好是我在财政部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呢，我也认为这个制度改变是有必要，所以那时候立法院，朱新义委员他们提议要求删除那条之后，我是个人是完全没有完全支持的，我没有任何反对的意见。是，但主要原因是因为当时的财阀制度呢，其实是让高官分的比较多啊，他能够领到比较多，那个制度我觉得就是不合理的。所以呢，我们希望呢，未来的奖励金制度呢，就是把那个取消之后，我们用税务奖励金，目的呢就是第一个，比如政务官就不再领取任何的财阀奖金，我觉得是对的。所以当时我也特别要求，就是政务官不得再领。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希望呢，他的财阀制度还是要跟他的基层税务员的这个努力工作还是要有一定的关系了啊。那至于您刚刚讲的他的这个标准啊，是不是合理，或者说是不是？谢谢何委员，谢谢林院长。下一位，我们请黄委员秀芳质询，询答时间为30分钟。主席，我们是不是请院长？林院长，黄委员好。院长好，院长，在这个时间哈，我们彰化县政府前面哈，正有一群劳工，那因为他们为了保障自己的工作权哈，正在做抗议的一个行动哈。那这个是大家最近最关心的，就是台化的这个议题哈。那我在这边也希望说，中央或者是劳动部这边哈，针对未来不管台化未来是官场也好，或者是继续营运也好，那劳工的问题、劳工的权益，我希望说我们劳动部这边能够介入关心。是，包围我们天天都在跟他们公司里面的人。包括早上还跟副董事长联络过，他表示说他现在目前还是有工作让这些劳工来做，所以暂时不会有工作上的问题。那么第二个就是证照的问题，他们现在正在努力在处理当中。那最后就是不到最后关头，他们绝对不会有之前劳工这样的一个动作。好，那我先请部长这边针对这个部分能够持续关心，因为一定会这些劳工他们平均年龄都已经48岁以上了，那有1000多名的劳工，那这样子中年转业其实有他的困难，那所以我希望说不论是我们的中央部会也好，或者是彰化县政府劳工处，都希望能够针对劳工的工作权、劳工的权益能够确实的保障，好不好？是，一定会做。好，谢谢部长。好，另外我想针对这个我们所有的这个儿科医师关心的一个议题，就是我们有关这个儿科，就是幼儿这个疫苗公费疫苗的这个处置费的这个问题哈。那我们也知道说以目前哈，我们保障我们儿童的健康，其实预防接种是一个预防所有传染病最佳的一个途径哈。那我在委员会的时候，我也咨询过我们的这个部长哈，那部长也非常认同，就是说儿科医师在这个注射这个疫苗，其实他们付出蛮大的这个时间跟心力哈。那甚至所有的这个儿科诊所里面的疫苗的一些这个设备，好，除了疫苗是我们这个政府提供之外，那其他的设备全部都是由儿科医师哈这个诊所自己这个设置的哈。那所以这个儿科医师他们也这个争取很久了啦哈。我们现在目前为止，我们的这个流感疫苗，65岁以上，甚至现在已经扩大到50岁以上，全部都有注射这个流感疫苗。那从去年的300万剂到今年的600万剂哈，那这个注射流感疫苗全部都有处置费。好，那可是儿科医师他们从事的这个幼儿的这个预防接种的这个疫苗，
是完全都没有。那站在我们的这个整个公平的这个立场上，我希望说我们这个卫福部这边也好，或者是我们行政院这边也好，是不是可以针对这个部分可以做一个处理。麻烦林部长说明好吗？好，那院长请坐。首先感谢委员对儿科医师的关心。其实40年来，儿科医师协助我们公费疫苗的接种，一直都没有补助。那所以我们目前有一个公费疫苗的补助的这个规划，就分两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1岁以下的儿童的公费疫苗，它整次的补助。每一个诊次是100元，所以这个大概经费要1.2亿元。第二阶段就是6岁以下所有公费疫苗全部纳入的话，这个大概是2.6亿元。这个部分我已经跟主计长有讨论过。好，那我可以请主计长上来吗？好。我们以目前为止哈，其实所有的这个儿科医师的这个有关。这个疫苗的一些设备哈，其实真的是还这个需要花费蛮多的哈。那如果可以针对这个部分，好，可以我们主计这边可以让儿科医师可以觉得说替我们这些幼儿服务这个也是我们政府的责任嘛哈。那也是儿科医师他们现在花一折刚完休，可是是不是针对这一个部分？处置费的部分或者是设备的部分能够有一点点的补贴，可以比照流感疫苗。对，跟委员报告一下，如果是卫福部的他的一个计划出来，而且计划经过审核以后，那我们在目前的那个经费虽然没有，我们可能会考量第二预备金去支应。谢谢。好，那是可以从明年开始吗？我们希望从明年开始，如果被核定的话。是，那以目前整个医疗体系当中，大家说五大皆空，儿科医师其实这个人数真的是非常的少哈。那他们这个服务的这个对象，就是我们的这些小朋友，其实他也不会一恰塞还一嘎迪马贝要表达哈。所以我觉得儿科医师真的是还蛮辛苦的。那也希望说我们的这个我们的卫福部也好，或者是我们的院长。我们的院长是不是可以重视这个问题？好的，我想我们会让卫福部来这个把这个制度能够规划的比较这个周延一点那么相关的经费也希望能够在预算里面能够做适当的考量。好，那感谢院长这样子的一个承诺我相信说有这些医疗人员的这个付出让我们所有的这个防疫这个能够更加的完善了哈。那谢谢是不是这个部长还有我们的主计长也拜托院长能够支持这样子的一个预算，可以吗？谢谢。好，谢谢。那我再请教就是有关我们的现在跨国婚姻境外面谈的这个问题本席从上任到现在也接到了很多有关跨国婚姻这个面谈受到一些阻扰的一个问题。那我想请教，就是说这个跨国婚姻境外面谈，到底是我们外交部领事事务局的事情，还是我们内政部移民署的事情？这个部分我想在境外是不是先请外交部来做个说明？好。跟委员报告，目前呢，这个外配的约谈是我们外交部在外管的同仁在进行。好，那以目前为止，我们这些面谈的人员他需要受训多久的时间才可以站到第一线，然后来服务这些我们国人要这个取这个外配的这个面谈人员，到底要受训多久？基本上呢，大部分的我们的同仁都有一些当地语的训练，比如说越南语、泰国语、印尼语等等。在不够的时候，他旁边我们也会请这个翻译。我们当地聘雇的翻译人员协助。那不只是语言而已那还有其他呢？当然就是说对当地的文化、社会习俗的了解，这个东西通常都需要一点时间。是。那你们外交部这边站到第一线的面谈人员，到底是花多久时间？
来受训，受训就是有关一些专业的专业的这个问话问谈，就是说这些娶我们国人娶这些外配的人员这样子去接受面谈，那他谈话的这个内容问的这个内容你们是怎么去认定或者是去培训的？基本上都是所谓的 on the job training， 就是一面做一面学，一面做一面学。对，那你知道现在这些面谈人员这个面谈的内容是什么吗？我当然略微知道，因为在这个过程中间呢，我们也必须要避免一些所谓假结婚，是真工作或者假结婚，真卖淫的这种状况。所以说，甚至我的了解是，这个接受率已经越来越提高了。是，当然这个我们也跟内政部在商量，是不是将来我们有一些改革，比如说是在外馆的这个面谈，把它这个需要的这样的时间降低，而是由移民署在国内呢再去查核是不是真正有这个婚姻关系等等。当然这个我们还在一个讨论的阶段，还没有成型。是，好，那我也希望说我们外交部或者是内政部这边能够针对以目前这个我们接到的个案，其实我相信说内政部或外交部这边接受到这个立委服务处也好，或者国会办公室请托的这个服务案件，对，应该也很多，对不对？所以如果是个案这么多的话，那是不是表示这个制度是有一个问题？那是不是要做一个修正？我想绝对值得讨论，在研究修正的办法，因为这尤其是某一些国家的个案呢，的确是非常之多，而且这个违反的这个就所谓假结婚真做什么这种案例比例是有相当的比例，是，所以说我们作为这个在外馆呢，必须有这个责任呢。在守关要守得严，因为对，当然我也认同，我也认同我们所有面谈人员的辛苦哈。对，那这个我也希望说，我们部长这边能够确实去关心到第一线面谈人员，他们面谈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哈？其实真的是五花八门啊哈。对，所以真的从最这个最亲密的这个地方也好，或者是。真的是五花八门的一些问题，所以我希望说我们这个外交部这边能够这个确实去关心，那到底透过这样的面谈真的能够辨别他是真结婚或假结婚吗？这当然一定有这个失误的比例，对，当然对我们来讲是尽量把这个失误比例降低，所以通常有时候我们一个年轻的领务官，他的经验年纪社会历练都很少，但是后面呢还有一个有经验的组长在辅导他帮忙他，我想这个是有必要的。好，那我想请教，以目前为止，现在政府正在推南向政策，是，好，那所有的这个这个外交官，全部所有的这个驻外人员，全部如果是全部都投入这个面谈，这个境外面谈的话，那这样子你们人手够吗？当然不够，所以说是我也跟叶部长商量，是不是将来在这个移民署的责任是不是也可以稍微这个多分配一些。是，好，那我是不是跟委员说明一下，确实是跨国婚姻从前几年开始在台湾那越来越多之后，那我们就面临了所谓国境线外跟国境线内的这种软性的这种面谈，那主要当然是要确保这方面对于我们国境本身的尊严，但是过程当中确实是需要有相当多的技巧，以及对于当事人的各种社会经济结构跟他心理状况的理解跟了解，那这方面是我们不断的在强化。那但是对于刚才部长所提到的说国境线外跟国境线内要怎么样去搭配，我想我们会进一步的再来研究，那看怎么样做会做一个最佳的安排。好，那你们现在有这样的规划了吗？对，有这样，已经有这样的规划。我们两个部会再来好好的。好，我不希望说是互踢皮球了哈，我知道说这个。境外面谈这个其实已经
这个之前也很多立委在反映哈，那你们之前也有一些立委开过公听会，那可是后来好像也都不了了之哈。那我希望说，针对这样子的一个质询之后，我希望我们外交部跟说我们的内政部能够你们两个部会能够这样子去协调，到底这样的工作是谁的责任哈，或者是谁的工作？那这个面谈人员他要怎么去面谈这一对？这个刚结婚的这一对这个外配哈，这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要去思考一下，整个内容整个 SOP 到底整个流程要怎么走，我觉得这个你们真的要好好去思考。对，过去也发挥很多功能，但是哈、那个技巧跟怎么做这方面，我们一直都有在努力的空间。好，那其实，在前阵子，在2014年，就是有关这个在越南哈、有发生这个抗暴的一些事情，那其实有一些台商他们就觉得说，那为什么我们的这个台商好像不如外配，因为所有的外管人员全部都去做面谈了。那针对这个部分，我们也希望这个外交部能够尽速去处理，不只要服务我们所有的这个驻外的这个所有在这个我们所有东南亚的一些国家我们台湾过去那边做生意的一些人之外，那当然这个面谈也是要兼顾哈。那这个人手不够的部分，也希望说未来你们两个部会去做一个协调，好，要不然这个问题是真的是会持续一直下去，好不好？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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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解决问题的政府。好，谢谢，谢谢委员。那再来我想请教哈，就是在前几天哈，这个梅基台风造成我们的农损哈，真的是非常的严重哈。那尤其是我们彰化地区有葡萄的这个是往事棚架整个全部倒塌哈。那有的是香蕉哈，那甚至我的选区里面是西施柚是整个全部都掉落哈。那这个真的西施柚是本来是这个月就可以采收了哈。那我们真的是很替农民这个担心，因为他一整年的心血就全部都泡汤了。那其实也很多农民一直在反映，就是说政府要推动我们的这个农业保险，那到底现在已经做到什么样的程度？这个不是麻烦那个我们主委来说明一下。好，我们在高阶里的部分因为从去年开始，那么这个我们的农户逐渐的相信，所以现在的保户呢已经增加到将近100名了哈。是，那这是一个信任的基础，很重要，所以我们逐步的来扩增。我们预计希望明年我们一个农业保险法送到立法院，那么通过之后，我们优先把稻米、是芒果跟这个番荔枝，好，那这几个稻米大概有二十六万公顷，是芒果20000公顷，如果我们来实施的话，就会覆盖率那就接近了一半。那我们希望逐步来实施。此外，对于这一次像院长去看过的这个温网市，是那么现在要院长特别关心，要达到1/2的这个救助。希望他建构一个很好耐17级风的这温网室，确保气候变迁之下我们的农粮的安全。那么这一种温网室如果做好之后，我们就跟保险公司合作。好，那么希望不要每一年都要院长或者是我们地方委员去看灾。那么这样子的话，我们希望这个委员那鼓励你们辖区的农民，对于新的申请温网室仍然可以有1/2的救助。好，其实哈，院长跟主委真的都蛮辛苦的哈，在梅基台风这个还在台湾附近盘旋的时候，其实你们都已经真的是很用心在关心这件事情。那梅基台风过后，你们又到这个现场去看灾哈，真的是很辛苦。那真的我们地方的民众也可以感受到新政府的用心呐、哈。只是这个每次台风来哈，农民的心血真的就这样泡汤了，这我们也很不舍。所以也希望说未来针对我们这个农业保险法的这一个部分，不论是
刚刚主委讲的这几项可能会优先办，那其他的部分是不是也可以陆续来推动？我还没有跟院长报告，我们到这个宜春特别项目里是，那么东市宜会就提出，如果他们愿意的话，是不是可以？那我们就求之不得，所以我们跟县长讲说。行政院这里三分之一，是，那么农民负担三分之一，县政委补贴一点，嗯哼，那我们就可以用空照就来定位每一个移民他大概几卡归卡了，是啊，定位在哪里，一旦有受到这个移走或损坏的话，就比较明确有标的的保险，所以我们也明年想要试办，是一项一项，如果移民移会农会愿意的话，我们是求之不得。好，好，那当然这个这个保险哈，其实当然你要渔民或者是农民或者是果农去负担大部分的这个保险，当然是他们会真的负担那么大，也不是他们可以承受的哈。所以就是政府机构当然是要去补贴了哈。那怎么补贴才是最公平的？好，怎么补贴所有的这个农作物的这个成本，它的价值不一样。我们的这个农委会到底要怎么去补贴哈？那才对这个农民或渔民是最公平的一个方式哈。所以我希望说，我们的农委会主委，我们的主委哈，真的也很用心呐哈，在前几天也陪本席到彰化这边去看灾哈。那主委看到这些稻作真的全部都倒了哈，还有这些西施柚全部都掉落，主委也觉得说就不甘呗哈，所以这样子的话，更加希望说我们新政府能够苦民所苦，将所有的农民这些辛辛苦苦的农作能够做一个保障。那如果是这个农业保险法可以推动的话，其实本席会认为说对政府也是一种减轻负担，那对农民更加是一个比较有效的一个保障方式，是不是？请院长可以说明一下。好的，我想黄委员，这个您刚刚所提到的，就是能够再加入这个保险的机制啊，能够让农民的那个损害啊风险能够降低，这是我们确实是需要去努力的。因为现在的救助自助人只能就他的损害部分做比较低的帮助，那么但是那个如果有保险制度的话呢，可以做的比较高。而且呢，保险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说保险它的将来的费率呢，我们会鼓励保险公司呢，就农业设施的那个风险的那个高低呢来做差别费率，这样可以帮助农民呢，他去在这方面去做更多的投入，来降低他的保险费用。是。那么这会让我们的整个农业产值或农业产品的这个数值提升会有帮助，这也是我们希望借未来农业保险能够在这方面能够发挥的功能。我们相信呢，这个部分也需要配合我们现在的一些补助啊，或者是一些这个机制啊，就是农业甚至于补贴的机制呢，要做全盘的规划，才能让我们的这个您刚刚所提到那个农业保险呢，能够在台湾能够普遍实施。好，那其实也可以参照其他国家了哈，其他国家有很多他们已经实施这个农业保险法，那是不是说我们政府也可以去参照其他国家的一个方式哈？好的。另外就是说彰化是一个农业大县哈，那每次如果台风来的话，其实农民都哇哇叫哈，所以也拜托这个部分能够尽速哈，能够尽速。再来就是说我们这个以现在目前这个风灾现金补贴的部分能够比较简化一点，好，不要那个农民要这样子一而再再而三去补资料，或者是还要准备什么样的这个文件书面的资料。我觉得农民其实有的你叫他已经七八十岁啊，你要叫他去提一寡资料哈，其实是还蛮困难的哈。所以我希望说，这个既然就是要补贴这些农民，那事实上也真的受到这样子风灾的一个损害，是不是针对这个部分能够更简化？我想这个部分可能都是牵到执行的问题其实我已经在几次风灾里面都被特别要，就是我们讲说从优从宽从速但是这个优宽速，因为它有时候是一个比较抽象的一个标准所以在很多地方执行的时候呢，它的采取的态度是宽严不一。是。那上一次我在就前两天我在云林的时候，我也特别提告，告诉就是他们就在认定这个标准的时候，不要拘泥在那个灾害损失到达20%的20%怎么去计算因为有很多时候呢，
那个是看法上的误差是难免会发生的，所以我们所谓的从宽从疏，就是说你大概看出来它应该有一定的损失到20%左右，是啊，那么就应该要去就要去把它认定了。那这个部分我想主要是执行的部分，那么其实也不是每个地方都有这个问题，有些地方执行的就很快，有些地方执行会比较慢。那我们这个需要去改变我们的这个同仁的这个公务员的一些想法。当然这个我想我相信这个制度在推行一两年之后呢，那么我想这方面纷争应该会大幅度减少。好，谢谢。那感谢院长还有感谢主委哈，针对这个对农民的权益能够做一个保障了哈，谢谢。那那个主委请回哈，谢谢。那这个本席哈要请教我们的这个院长哈，有关统筹分配税款的事情。好，那因为我们彰化是六都以外最大的百万大县，那所有分配的这个统筹分配税款是最少的哈，最少的。那现在我们的行政院这边已经又针对这个统筹分配税款，又开始在看要怎么区分哈。那我是不是可以请我们的这个主机长这边，或者是我们的部长这边，能够针对这个部分，真的所有的资源都集中在六都，那其他十六县市，其他的这个十六县市所分配到的金额真的是非常的少哈，那城乡差距真的越来越大。我不知道说院长针对这个部分，你们未来要怎么重新来规划？我想这个您讲这个问题啊，其实是是一个长期的结构性的问题了啊。那么当然牵涉到面向非常的多。那么现在我想我们其实有两个，一个是统筹分配税，一个是一般补助款。那这两个部分呢，目的都是希望能够让地方政府的这个财政的这个基本的需求能够得到满足。那么同时呢，要给他一些努力，就是希望能够越愿意开源节流的地方政府了，那我们再给他的这个补助机制里面就给他一个，或者一个分配机制里面会给他一个诱因。那么当然至于说是分配的这个每次大家要谈到统筹分配税的分配是不是能够哪个地方分配多和少，有时候是很难做一个标准，因为这个是一个零和游戏，就是你分配多了其他人就分配少，其他人分配多这个人就分配少，是。所以我们希望呢，就是在每次调整中间呢，中央政府能够稍微筹一点财源出来，能够让每个地方政府在统筹分配税制度改变的时候，或财划法改变的时候呢，让大家都不会因此而分得更少。可是这种做法是非常的辛苦的，为什么？因为有这么多县市，你去定一个标准出来的时候，能够保证大家都不减少，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啊。所以这种财划法的修改，其实是有时候是我讲不好听，就是有时候是考虑到政治上，我们不希望任何一个县市政府因为新的制度的推动，造成了他的收入减少，是，那这会引起政治上的问题，对，那这些困难。那院长，你认同以目前的这个财划法来讲，其实对其他县市，对六都以外的其他县市是不公平的吗？我应该这样来讲哦，就是我希望这个财划法将来是不会有六都非六都的规定，地方政府就是一个同一个标准，不管你叫直辖市或非直辖市都是一样。但是要做这个调整之前呢，还有一个问题要存在，就是直辖市、非辖市支出的标准要一致。比如讲说，现在我们有些直辖市它是直接负担的公立高中，那其他县市是没有的。是。所以这时候就变成说，我在支出和收入上都必须要同时考量，变得很困难。将来呢，我们要真正要做的好事，应该说所有地方政府的它的义务和责任都是一样的话呢，那我们的收入结局比较容易一样。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个更大的困难在哪里？是在过去我们的因为这个制度是一步一步来，是因为台北市政府呢，它过去因为它是最早的直辖市，那么它商业就集中，所以我们在财务员分配上呢，台北政府就比别的地方要高很多，是，所以你要把它这个拉成同一个基准的是很困难，是因为你如果拿大量钱来补，让其他县市跟上来，中央没有这个能力，你要把台北市拉下来，这也是政治问题，所以就变成了这是一个困难。那我们过去我的讲法是我们希望能够做到一个新的制度出来之后呢，要只增不减的意思，也就是说我新的制度定下来之后呢，凡是比我这个标准低的，我让它维持在不变，不要因此而降低，是，但是呢，新的标准呢会让某些县市能够增加，那透过水涨船高慢慢之后拉平，所以就是要让台北市政府要能够先冻结在某个水准，不要再去增加，其他县市有拉平的机会，可是要花很长的时间。而且呢，我们财划法修改，其实这个是我在2006年做财政部长这时候呢就已经提出这样一个做法来，但是事实上财划法到现在还是不能够修改。为什么？就是我刚刚讲的几个县市呢，每个县市都要求比别人多，最后结果没有那么多钱，当然每个县市都希望能够分配多一点啊。可是以目前为以目前来讲是整个资源分配不均嘛，所以整个这个区域发展是失衡的，城乡差距是越来越大的。
对，我们希望就是大家必须要有一个务实的想法，就是所有的改革要改善要一步一步来，就我们希望把这些分配的差距能够缩小，但你不可能一步到位。是啊，而且在过程中间，必须要大家都有一个体谅，就是说啊，我不能够说哎、啊，只是为了我自己的县市啊，让其他县市就变得更差。如果每一个人都这样想，这个分配永远做不出来。是，当然就是说能够这个分配能够更公平一点啦、啊、哈。那以彰化来讲，近二十年来哈，其实人口外移还蛮严重的。哈，这个平均这个近二十年哈，外移差不多有十几万人哈。那这个会让这个县府也好，或者是这个地方首长哈，会有一个警讯哈，是不是因为这个整个地方建设整个这个资源分配不均，让地方的建设有点停滞，那造成这个人口外移哈。另外就是说，我们彰化在我上一次上个会期的时候，本席也有提到我们彰化的整个东区的都市发展，还有我们的这个铁路高架的这个问题。那铁路高架可能就是会影响到整个都市的一个发展。那我也希望说院长针对这个部分能够再关心我们彰化哈，因为。我们的彰化可能哈、哦，就是会被其他的这个隔壁的这个台中可能会有磁吸效应哈、哦，所以如果彰化再不一些重大建设的话，可能这个建设再停滞的话，人口会再继续的外移哈、哦，所以我也拜托我们的院长哈、哦，针对我们彰化的铁路高架，好、哦、彰化的铁路高架，还有我们彰化的这个东区的一个都市计划，能够。更加的一个关心哈，那铁路高架到现在都还在纸上谈兵的阶段了哈。那今天下午本席也要跟县长到这个铁改局啊，去针对整个这个铁路高架的一些问题去听一个说明哈。那我希望说这个我们的行政院这边哈，能够将我们彰化的一个发展哈，或者是彰化的这个铁路高架能够。列为我们行政院一个重大建设，可以吗？谢谢黄委员指教。我想这样子好不好？就是其实我也有注意到，希望政府的就中央政府的一些重大的建设，能够在每个县市都能够兼顾它的平衡考量了啊。那么，所以我在彰化部分呢，我也在大概一两个礼拜前有跟魏县长有曾经跟他一起交换过意见啊。那么他也提到一些构想。那么，所以我想这个部分呢，我们会来思考，就是哪一些是他认为比较优先要考量的政策。那么至于说您刚刚讲的铁路部分，是不是请贺成部长做一个简短的回复？好，谢谢黄委员，谢谢林院长，报告院会。上午执行到此为止，下午一时五十分处理临时提案，下午二时三十分继续开会进行施政报告之执行，现在休息。